请报告出席人数。报告全体会，出席委员五人，已足法定人数。那现在开会进行报告事项，请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第九届第四会期经济委员会第二十次全体委员会议议事录，时间106年12月18日星期一上午9:02至12:33，下午20:30至3:31，地点红楼101会议室。出席委员林代化委员等15人，列席委员钟嘉宾委员等22人，列席人员经济部政务次长龚明鑫及相关人员，国家发展委员会主任委员陈美玲，副主任委员高先贵及相关人员，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退之及相关人员，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副署长詹顺贵等2人，主席邱召及委员志伟。报告事项：一、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二、邀请经济部部长、国家发展委员会主任委员、行政院农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及行政院环境保护署首长，针对为解决企业所面临之五缺问题及如何促进台湾经济转型与发展，目前法规松绑盘点成果及下一阶段执行策略及办理其程进行报告，并被质询。国家发展委员会陈主任委员美玲，经济部龚政务次长明鑫，行政院经济行政院农业委员会李副主任委员退之及行政院环境保护署詹副署长顺贵报告后，委员林代化等19人提出质询，均由经济部龚政务次长明鑫、国家发展委员会陈主任委员美玲及高副主任委员先贵、行政院环境保护署詹副署长顺贵及综合计划处吴副处长佩瑜、行政院农业委员会李副主任委员退之及相关人员即席答复，决定：一、登记发言委员除不在场者外，其余均已发言完毕，询答结束；二、委员邱意莹等5人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三、书面质询和未及答复部分，请相关单位于1周内以书面答复并附之本会。通过临时提案9案，内容敬请委员参阅。散会，议事录宣读完毕。好，报委员会在场委员人数还不足3人，我们议事录暂不确定哈。我们现在继续进行讨论事项，请宣读。宣读讨论事项：继续审查1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附属单位预算营业部分，关于经济部主管台湾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处理。宣读完毕。好。台水公司跟中油公司的预算，我们在11月30号已经进行询答结束哈。啊，现在我们今天跟明天要进行审查，审查程序如下：依据预算法第50条及相关规定，照业务计划部分、营业收支、生产成本、转投资计划、重大之建设事业、资金运用部分逐项的审查。现在请议事人宣读今日审查项目与委员提案。啊，我们在宣读完毕之后，我们再进行协商。中华民国1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附属单位预算营业部分，台湾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一、业务计划部分，请参阅预算书；二、营业收支部分，营业总收入297亿9513万6000元，营业总支出301亿9886万9000元，税前净损4亿373万3000元。生产成本部分，请参阅预算书；四、转投资计划部分无列数；五、重大之建设投资事业部分164亿7492万元；六、资金用部分，请参。宣读委员提案。第一案，销售收入增列10%，王惠美委员等提案。第二案，销售收入下给水收入增列1%，张尚委员等提案。第三案，销售收入下给水收入增列1000万元，徐永明委员等提案。第四案是劳务收入下观光游乐收入增列2500万元，邱颖委员等提案。五、用人费用奖金冻结4%，徐永明等提案。第六、服务费下动力费减列1000万元后冻结5%，徐永明委等提案。第七案，服务费下油电费减列1000万元，徐永明等提案。第八案，服务费下油电费减列200万元，苏伦庆委等提案。第九案，服务费下旅运费减列500万元，徐永明委等提案。第十案，服务费下印刷装订与广告费减列300万元后冻结1000万元，肖美琴委等提案。第十一案，服务费下印刷装订与广告费减列100万元，苏伦庆委等提案。第十二案，服务费下印刷装订与广告费减列40万元，徐永明委等提案。第十三案，服务费下修理保固与修理保养与保固费冻结10%，陈昌明委等提案。第十四案，修理保养与保固费下机械及设备维护费冻结10%，徐永明等提案。第十五案，服务费下暂除包装代理及加工外费外的项下外包费减列5%，黄伟哲等提案。第十六案，一、服务费下水电费下动力费；二、服务费下修理保养与保固下机械及设备维护费
三、材料及用品费下使用材料下物料各减列5%，张林上文等提案。第17案，材料及用品费减列3000万元，徐永明等提案。第18案，使用材料费减列3000万元，徐永明等提案。第19案，用品消耗减列100万元，徐永明等提案。第23案，租金与利息减列200万元，徐永明等提案。第21案，利息费用冻结5000万元，张林上文等提案。第21案，利息费用下利息债务冻结5000万元，张林上文等提案。第23案，业务成本减列2亿元，张林上文等提案。第24案，销售成本下冻结10%，黄惠美等提案。第25案，销售成本下冻结1亿元，徐永明等提案。第26案，销售成本下原水费用减列20%，张林上文等提案。第27案。销售成本线下损失给付的给付赔偿减列5%，邱志伟等提案。第28案，销售成本线下供水费用冻结15%，王惠美等提案。第29案，供水费用冻结5000万元，张立尚文等提案。第30案，销售成本下暂除包装代理及加工费冻结30%，孔维吉等提案。第31案，暂除包装代理及加工费冻结3000万元，张立尚文等提案。第32案，暂除包装代理及加工费冻结2000万元，徐永明文等提案。第33案，损失与销售成本下损失与赔偿给付冻结10%，邱志伟等提案。第33案，业务费用冻结20%，张立尚文等提案。35案，业务费下暂除包装代理及加工费减列400万元，苏内清文等提案。第36案，暂除包装代理及加工费冻结10%，陈超明文等提案。第37案，管理费用减列10%，张立尚文等提案。第38案，其他营业费用下研究发展费用减列300万元，林代化文等提案。第39案。其他营业费用下研究发展费用减列5%，黄伟哲委员提案。第40案，其他营业费用下员工训练费减列5%，黄伟哲委员提案。第40案，营业外费用专业服务费减列5%，黄伟哲委员提案。第40案，专案计划一般建筑及设备计划减列一般专案计划及一般建筑及设备计划各减列5%，张立尚委员提案。第43案，专案计划减冻结10%，徐永明委员提案。第44案。专案计划下板新地区供水改善计划27工程冻结20%，王惠美委的提案。第45案，板新地区供水改善计划27工程冻结5000万元，张立尚委的提案。第46案，板新地区供水改善计划27工程冻结10%，陈昭明委的提案。第47案，专案计划下降低漏水率计划冻结10%，徐永明委的提案。第18案，将专案计划下降低漏水率计划减列20%，张立尚委的提案。第49案。降低漏水率计划减列5%，黄伟哲委员的提案。50案，降低漏水率计划冻结20%，孔文吉委员的提案。第51案，降低漏水率计划冻结20%，陈昭明委员的提案。第52案，降低漏水率计划冻结10%，王惠美委员的提案。第53案，降低漏水率计划冻结1/10，管碧玲委员的提案。第54案，降低漏水率计划冻结1亿元，徐永明委员的提案。第55案，降低漏水率计划冻结5000万元，张立尚委员的提案。第56案，降低漏水率计划冻结2000万元，肖美琴。委员提案。第57案，专案计划下蓝潭净水厂扩建工程计划减列1亿715万元，苏正清委员提案。第58案，专案计划下无自来水地区供水改善计划第3期向自来水严管工程减列5%，黄伟哲委员提案。第59案，无自来水地区供水改善计划第3期自来水严管工程冻结30%，孔文吉委员的提案。第60案，无自来水地区供水改善计划第3期自来水严管工程减冻结10%，徐永明的提案。第61案，无自来水地区供水改善计划第3期自来水严管工程冻结10%，陈昭明委员的提案。第62案，无自来水地区供水改善计划第3期自来水严管工程冻结10%，王惠美委员提案。第63案，无自来水地区供水改善计划第3期自来水管严管工程冻结5000万元，张立尚委员的提案。第64案，专案计划下浮流水开发工程计划冻结30%，张立尚委员的提案。第65案，一般建筑及设备计划冻结5%，徐永明委员的提案决议。第66案，要求台湾自来水公司加速东部地区已预使用年限之汰换工程之汰换工作，另就全国各地管线漏水之因应进行分析，并针对不同因素研拟改善之方案，将研拟相关结果及改善计划需送交立法院经济委员会肖美琴委员提案。第67案，要求台湾自来水公司应先盘点花莲各地区管线未达之因，针对不同原因提出改善对策，如协助设置简易自来水设施、加强饮水用水安全检测等。肖美琴委员提案。第68案，台湾自来水公司93年至105年间平均汰换率仅达1.11%，
较先进国家汰换率仍有差距，要求台水公司加速老旧管线的汰换。陈明委员的提案第69案，截至105年底止，台水公司供水辖区之自来水普及率92.5%，约尚有49.6万户民众未接饮水自来水，要求台水公司加速办理无自来水地区供水改善。陈明文等委员提案第70案，新南向18国中部分国家的水资源环境尚未完成，未来几年这些国家也会编列预算去改善国内的用水环境，要求经济部应积极评估，让台水公司能透过整厂输出模式进军新南向18国，协助台水公司开创更多的空间。陈明文等提案第71案，要求台湾自来水公司应检讨过去到现在因人口数及施作成本不提供自来水系统之情况，以及尽速研拟以后续以自来水系统替换简易自来水系统之规划，于一个月内提出检讨报告送立法院经济委员会进行专案报告。张立善委员的提案第72案，1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中政府营业基金长期债务增加25,567,646,000元，较106年增加甚巨。由于台湾自来水公司长期负债达49,793,600,000元为多，其次，台湾自来水公司102年度起今年度固定长期率适用率逾100%，且年年攀升，要求台湾自来水公司一个月内提出检讨及改善计划，致力法院经理会进行专案报告。邱怡颖委员的提案第73案，要求台湾自来水公司规划文化资产保存的专业人力员额，并力深入整理台湾现代化自来水工程的历史轨迹，并协助文化部及县市文化局进行文化资产勘查、维护、沟通或协调规划文化活动。邱怡颖委员的提案第74案，台湾自来水公司使用年限管线是长达27,281公里，比例高达45.06%。要求台湾自来水公司应审酌民众权益之平等，优先办理老化较为严重地区之处理。邱怡颖的提案第75案，超过使用年限之老旧水管占总管线比率，过去5年至34%，逐年增长2-3%，而台水公司换汰率仅达0.87%，要求台水公司应积极研磨改善办法。高志鹏委员的提案第76案，台湾自来水公司今年营运资金缺口逐年扩大，要求台水公司研拟具体改善措施，以强化财务体制。高志鹏委员的提案第77案，鉴于大台北地区水资源供应出现不同供水单位与水价不一致之现象，要求经济部应持续严厉推动台水公司与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整并为一单一事业单位，让水资源调度更为灵活，并提升营运效率。高志鹏委员的提案第78案，台水公司107年度负债科目预算数较上年度预算数增加46,911,200元。权益科目较上年度预算增加26,259,600,000元，显示资本结构逐渐恶化，请台湾自来水公司重新检讨其年度营运绩效计划目标与开源节流措施，于两个月内向立法院经理会提出专案报告。徐永明委员提案第79案，台水公司107年度的营运资金余额较上年度资金缺口增加21.72亿元，令长期负债余额较上年度增加24.49亿元，请台水自来公司重新检讨其年度营运绩效目标与开源节流措施，于两个月内向立法院经理委提出专案报告。徐永明委等提案第80案，105年度受水单位成本较平均受水价格超出3倍者，计有51处系统，另受水单位成本较104年度增加者有23处系统，请台水公司重新检讨其年度营运绩效目标与加强管控各项支出措施，于一个月内向立法院经理委提出专案报告。徐永明委等提案第81案，近年台水公司多以举债扩充设备，导致营运成本率偏高，令部分区管处营运成本率高于全区平均水准，宜应注意改善，请台水公司重新检讨其年度营运绩效目标与加强管控各项支出措施，于一个月内向立法院经济委员会提出专案报告。徐永明委员提案第82案，台水公司近年因固定资产率投资计划执行预算执行率欠佳，请台水公司加强研拟检讨固定资产投资计划之先期规划能力与后续管考作为。苏瑞清委员的提案第823案，107年度预算案年底营运资金余额数较
上年度106年度预算增加21.72亿元，至今内却有107年度长期负债余额累计数溢价上年度增加24.49亿元。台水公司资本结构持续恶化前，经济部与台水公司积极研拟该公司财务改善方案，以强化经营体制，以利国营事业的稳健经营。苏立清委员提案第84案。请台水公司积极研拟降低漏水率计划，执行年度考核标准，并定期检讨计划，推动瓶颈，以务实检讨，避免自来水管线淤淋情形持续恶化。苏立清委员提案第85案。屏东县自来水普及率仅达50.05%，高达140,000户无自来水户，约占台湾本岛无自来水户1/4。要求台水公司应针对自来水接管率相对落后地区，研拟分期分区改善目标，合理规划台湾自来水公司办理严管工程的优先顺序。苏正清委的提案第86案。无自来水地区供水改善计划预算执行率偏低，以检讨问题，增结研提分期分区改善目标及执行策略，以合理规划台水公司办理严管工程之改善优先顺序，妥善运用预算资源，提出请台水公司于2周内向经济委员会提出专案报告。孔文吉委的提案第87案。自来水管线淤淋情形持续恶化，换算率平均年汰换率仅约1.11%，不仅未达国际自来水协会建议之1.5%汰换标准，且较先进国家汰换率仍有差距。要求台水公司于3个月内研拟相关解决方案，将方案内容与书面报告送至经济委员会。张立善委员提案第88案。板新地区供水改善计划二期工程先提规划计划作业行进位置周延至光复抽水加压站工程主要工程项目，因地取用困难暂缓办理，影响计划推动成效。此外，整体供水计划工程将延后7年，影响供水效益。要求台水公司于3个月内研拟相关解决方案，将方案内容书面报告送至经济委员会。张立善委员提案第89案。近年来营运资金缺口逐年扩大，不利台水公司稳定经营发展，要求台水公司应于2周内积极提出财务改善方案。张立善委员提案第90案。台水公司各项营运成本逐年增加，要求台水公司应积极参与水源规划，并设法抑制水源费等成本，以降低成本率。张立善委员提案第91案。台水公司经常传出爆管意外，或者常常无预警停水，要求台水公司加速抽换老旧自来水管管线工程，彻底解决自来水爆管的问题。张立善委员提案第92案。台水公司有资金不足造成负债净值偏高，财务状况日渐窘峻之情形，要求台水公司应该提出具体改善措施，以强化经营体制的专案报告。王惠美委员提案第93案。各县市无自来水户数量分布范围差距甚大，基隆市、澎湖县及台南市等县市无自来水低于10,000户，而屏东县无自来水数高达140,000户，约占台湾本岛无自来水1/4。台水应经常宣导民众提高接水意愿，要求台水公司1个月内提出检讨改善专案报告。王惠美委员的提案第94案。板新地区供水改善计划经3次计划修正后，整体计划供水期程将延后7年，延宕推动计划时程，要求台水公司提出改善专案报告。王惠美委员的提案第95案。台水公司自有资金不足，无法支应各项投资建设，以致每年接续以举债方式筹措支应，财务状况日渐窘峻，要求台水公司1个月内提出财务规划及控管债务余额专案报告。王惠美委员的提案第96案。2016年台湾总体漏水率是18%，比邻近的日本3.1%、南韩的7%、中国大陆的12.5%及美国的14%都高出许多。要求台水公司1个月内提出检讨改善专案报告。王惠美委员的提案第97案。台水受水成本偏高，与应积极参与水源规划，并设法抑制水源水费等成本，以降低成本率。要求台水公司1个月内提出具体改善专案报告计划。王惠美委员等提案。中华民国1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附属单位营业部分，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一业务计划部分，请参阅二业务收支部分。营业总收入8,473,6,690,000元，营业总支出8,352,8,718,200元，税前净利1,207,994,000元。三生产成本部分，请参阅四转投资计划部分，收回转投资9,7,034,600,000元。五重大之建设投资事业部分174,1,895,000元。六资金运用部分，请参阅宣读委员提案。第一案。
营业收入增列10%增列上文等提案。第二，营业外收入投资性不动产收入增列3000万元书列性文等提案。第三案，产销营运计划向下工业安全冻结20%商业上文的提案。第四案，工业安全冻结60%徐有明文的提案。第五案，工业安全冻结15%王惠美的提案。第六案，工业安全冻结10%陈昌明文的提案。第七案，工业安全冻结10%苏志慧文的提案。第八案，工业安全冻结2,262,000元管秘令文的提案。第九案，以产销营运计划下管理成本活动冻结50%苏志芬文的提案。第十案，用人费用临时人员薪资减列6000万元高志鹏文的提案。第十一案，用人费用下超时工作报酬冻结20%徐永明文的提案。第十二案，用人费用下超时工作报酬冻结20%张立胜文的提案。第十三案，超时工作报酬冻结10%陈昭明文的提案。第十四案，用人费用下考核奖金冻结2亿元苏志芬文的提案。第十五案，用人费用下奖金减列3000万元徐永明文的提案。第十六案，用人费用下奖金冻结20%徐永明文的提案。第十案，用人费用下提拨福利金减列3000万元徐永明文的提案。第十八案，提拨福利奖金冻结30%徐永明文的提案。第十二案，服务费下水电费减列1亿元苏瑞清文的提案。第二十案，服务费下礼遇费减列5%黄伟哲文的提案。第二十一案，服务费下礼遇费减列1亿元并冻结10%肖美琴文的提案。第二十二案，服务费下礼遇费减列5000万元苏瑞清文的提案。第二十三案，服务费下旅运费减列1000万元徐永明文的提案。第二十四案，服务费向下国外旅费、大陆地区旅费及国内旅费减列15%张立善文的提案。第二十五案，服务费下国外旅费、大陆地区旅费及国内旅费冻结15%王惠美文的提案。第二十六案，服务费下大陆地区旅费减列600万元林黛桦文的提案。第二十七案，服务费下印刷装订与广告费减列5%黄伟哲文的提案。第二十八，印刷广告转递费减列3000万元苏念庆文的提案。第二十九案，印刷装订与广告费减列3000万元徐永明文的提案。第三十案，服务费下暂除包装代理及加工费减列5%黄伟哲文的提案。第三十一案，暂除包装代理及加工费减列3000万元徐永明的提案。第三十二案，服务费下专业服务费减列3000万元苏念庆文的提案。三十三案，专业服务费减列1000万元徐永明的提案。第三十四案，专业服务费冻结20%张立胜文的提案。第三十五案，材料局用品费下使用材料费减列1000万元徐永明文的提案。三十六案，会费捐助与分担下补助与奖励减列2000万元苏念庆文的提案。第三十七案，营业成本下销售成本冻结20%王惠美文的提案。第三十八，营业成本下制造费下的用品消耗减列冻结20%张立善文的提案。第三十九案，用品消耗冻结20%张立善文的提案。第四十案，劳务成本下油气输出费用冻结20%张立善文的提案。第四十一案，劳务成本下油气输出费用冻结15%王惠美文的提案。第四十二案，油气输出费用下服务费减列3000万元徐永明文的提案。第四十三案，油气输出费下服务费冻结10亿元黄伟哲文的提案。第十四十四案，油气输出费下服务费用冻结10%徐永明文的提案。第四十五案，油气输出费下服务费用下印刷装订与广告费减列60万元徐永明文的提案。第四十六案，劳务成本下服务费下印刷装订与广告费冻结20%张立善文的提案。第四十七案，劳务成本下印刷与装订广告费冻结200万元邱志伟的提案。第四十八案，劳务成本下土地改良维护费冻结20%孔文基文的提案。第四十九案，劳务成本下机械及设备维护费冻结20%孔文基文的提案。第五十案，劳务成本下暂除包装代理及加工费下的外包费减列1000万元徐永明文的提案。第五十一案，劳务成本下暂除包装代理及加工费下外包费冻结30%徐永明文的提案。第五十二案，劳务成本向下损失及给付及赔偿给付下各项损失冻结10%邱志伟文的提案。第五十三案，营业成本下其他营业成本探勘费用减列5%黄伟哲文的提案。第五十四案，营业成本下探勘费用冻结20%张立善文的提案。第五十五案，营业成本下探勘费用冻结20%王惠美文的提案。第五十六案，营业成本下探勘费用冻结10%徐永明文的提案。第五十七案，营业成本下探勘费用冻结10%孔文基文的提案。第五十八案，营业成本下探勘费用冻结5亿元张立善文的提案。第五十九案，营业成本下折机器及折旧设备减列10%邱志伟等提案。第六十案，营业成本下旅运费冻结10%邱志伟等提案。第六十一案，营业费用下行销费用冻结15%王惠美等提案。第六十二案，营业费用下旅运费减列6744万元邱志伟等提案。第六十三案，营业费用下一般房屋修护费减列3000万元张立善文的提案。第六十三，营业费用下暂除包装代理及加工费冻结10%邱志伟等提案。第六十五案，营业费用下
用品消耗冻结20%三分之三文的提案；第66案营业费用加管理费用冻结20%三分之三文的提案；67案营业费用加管理费用冻结10%管理费用的提案；第68营业费用加服务费用冻结3200万元还未折文的提案；第69案营业费用加法律事务费全数冻结数字费委员的提案；第70案营业费用加用品消耗冻结20%。张立善文的提案；第70案营业费用加其他营业费用冻结5000万元。张立善文的提案；第72案营业费用加研究发展费用冻结20%。王惠美文的提案；第73案研究发展费用冻结10%。邱志伟文的提案；第74案研究发展费用下服务费下的委托调查费冻结20%。张立善文的提案；第75案研究发展费用下的用品消耗冻结20%。张立善文的提案；第76案研究发展费用下架的报章杂志减列300万元，并冻结500万元。肖美琴委员等提案。第77案营业外费用用品消耗冻结20%。张立善委员的提案。第78案营业外费用的用品消耗冻结20%。张立善委员的提案。第79案营业外费用利息费用冻结5000万元。张立善委员的提案。第80案营业外费用投资性不动产费用冻结15%。王惠美委员的提案。第81案营业外费用投资性不动产费用下的修理保养及保护费冻结10%。邱志伟的提案。第82案营业外费用向下的捐助与归费下土地税冻结230万4000元。邱志伟的提案。第83案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下天然气事业部台中厂至通宵站新设路管投资计划冻结10%。陈昌明委员的提案。第84案专案计划下天然气事业部第三座液化天然气接收站投资计划减列40亿元。高志鹏文的提案。第85案天然气事业部第三座液化天然气接收站投资计划冻结20%。徐佑明文的提案。第86案天然气事业部第三座液化天然气接收站投资计划冻结15%。王惠美文的提案。第87案天然气接收事业部第三座液化天然气接收站投资计划冻结1亿元。张立善文的提案。第88案炼制事业部桃园厂第三重油加氢脱硫工厂投资计划冻结3亿元。苏志慧委员提案。第89案炼制事业部桃园厂第三重油加氢脱硎工厂投资计划冻结25%。王惠美委员提案。第90案炼制事业部桃园厂第三重油加氢脱硎工厂投资计划冻结20%。徐佑明委员提案。第91案炼制事业部桃园炼油厂No.1 锅炉太旧更新投资计划冻结15%。徐有明文等提案。第90案炼制事业部桃园炼油厂No.1锅炉太旧更新投资计划冻结15%。王惠美的提案。第93案一般建筑及投资设备冻结5000万元。张立善文的提案。第93案一般建筑及设备计划向下机械及设备、交通及运输设备、杂项设备冻结8亿8119000元。黄伟哲文的提案。主决议95案要求中油公司未来10年营运计划进行说明，并积极严厉相关因应对策，落实开源节流之措施，加速改善财务状况与经营体质。肖美琴文的提案。第96案要求中油公司研议所属加油站建置电动汽车能源补充计划。肖美琴委员等提案。第97案为确保我国利益，原要求中油公司而后凡涉及与中资公司之股权交易，应先向立法院报告，如涉及商业机密，得采取秘密报告。肖美琴委员等提案。第98案要求中油公司逐季向立法院经济委员会提出执行进度报告，务求落实2025非核家园政策。陈明文委员等提案。第99案要求中油公司长于国际原油期货布局油价避险，以免国际油价大涨影响国内经济。陈明文委员等提案。第100案要求经济部尽速加开油价公示，修正会议针对专家学者与公民代表所提出的意见进行浮动油价公示的调整。陈明文委员等提案。第101案要求经济部检讨偏远及原住民地区家用桶装瓦斯差价补助相关办法，将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低于2人的偏乡地区城镇纳入补助对象。陈明文委员等提案。第102案要求中油公司将对国际能源资源掌握，并提升油气碳钢成效，以提高自主能源比例及确保能源供应。陈明文委员等提案。第103案要求中油公司在新设置能源补充设施时，以应配当充电与换电型能源持续能
能源补充设施慎选设置地点，并于计划实行期间建立滚动检讨计划，及时调整各年度能源补充设施及设站数量及推动的期程。陈明委员的提案第104案要求中油公司应将厂商列为不良厂商，提供给公共安全委员会，更应落实检讨，强化相关系统设计、维运及公安管理机制。陈明委员的提案第105案要求中油公司于一个月内规划至花莲地区提供流动渔船加油站之服务。张立善委员的提案第106案要求中油公司应确实遵守劳基法规，若以其他名目为加班替代，应获得员工之同意，并主动回报给县市劳工局备查。邱议员的提案107案要求中油公司必须严肃面对海外探勘与国家安全之关系，并审核中国政治力透过第三方公司逃避中国投资限制之合作契约。邱议员的提案第108案要求中油公司应及经济部事业国营会检讨内部采购流程，对外投资案件给予一定的弹性，因地制宜，提升行政效率及全球探勘权效益之竞争力。请中油公司一个月内提出具体改善报告，送至立法院经济委员会。邱议员的提案第109案要求中油公司一个月内完成盘点不良厂商之名称、事由，以及严厉有条件限制不良厂商包装之投标资格。邱议员的提案110案建请中油公司评估于高雄炼油厂内的日治时代丁总官舍设立劳工文学馆，于两个月内提出书面报告。邱议员的提案第111案建请中油公司技术强化第三方支付行动给付方式的多元性。邱议员刺激油量节省站内用人成本，同时予以改善现有自助加油站的品质，包括触控萤幕、感应过慢、机台不足等等，一个月内提出专案报告至立法院经济委员会。邱议员等提案第112案请中油公司在两个礼拜内提出增设付费式的手机充电站之评估报告。邱议员等提案第113案建请中油公司在三个月内盘点中油所属有形无形或水下文化知识产，并将作之有系统的整理、介历史介绍与史料呈现于官告于官方网站。邱议员等提案第114案建请中油公司活化文资的方式，不仅保存文资建设，促进在地深度观光旅游，亦透过游戏、影音、文字等方式，更是贴近大众的日常生活，深化大众对台湾文化史的认识。邱议员的提案115案要求中油公司规划文化资产保存原额比例，深入整理台湾石化相关工业发展的历史轨迹，并协助文化部及县市文化局进行文化资产查勘维护沟通，协助县规划之文化活动。邱议员的提案第116案要求中油公司应积极与高雄市政府及在地居民沟通协商，并协助迁村事宜，请中油公司两个月提送经济委员有关大林埔地区迁出计划以后续土地复原之评估规划。苏志伟委员提案第117案请中油公司于两个月提送经济委员有关成立地热能源相关专责单位之评估报告。苏志伟委员提案第118案中油公司财务结构恶化问题仍未改善，要求中油公司积极研拟研磨改善对策，检讨改善经营体制与财务状况。高志鹏文的提案第119案中油公司财务状况虽有改善，但每年需负担高额税捐，要求中油公司积极检讨资产活化计划，于两个月提出活化相关规划报告。高志鹏文的提案第120案要求中油公司积极督促转投资事业开源节流，并积极按期完成建厂计划，于一个月内向立法院经理会提出专案报告。徐永明委员的提案第121案请中油公司重新检讨在确保资金调度平稳下妥谋善策略，降低资金筹措成本，于一个月内向立法院经理会提出专案报告。徐永明委员的提案第122案请中油公司检讨其炼制结构，并积极研磨易减营业成本及费用，于两个月内向立法院经理委提出专案报告。徐永明委员提案第123要求中油公司于两个月内针对闲置土地提出专案检讨报告。徐永明委员提案第124案请中油公司积极研磨因应对策，于两个月内提交专案报告，检讨落实开源节流措施。徐永明委员提案第125案请中油公司加强对国际能源资源之掌握，并提升油气探勘成效，于一个月内向经理委提出专案报告。徐永明委员提案第126案要求中油公司于两个月内针对土地出借与公务机关减少专案
检讨报告秉持等值双赢原则，依法办理不动产交换，增运收入减少，借用行政资源相关成本，并提高国有财产之调配效益，需要明文等提案第127案，请中油公司积极研拟改善因应对策，于一个月内向经济委员会提出专案报告，以确保国营事业健全营运，书面请文等提案第128案，请经济部督促，请经济部善尽督导责任，针对台湾中油公司检讨自主管理的相关系统设计、维护及公安管理机制，以及如何强化外部稽核检讨机制，于两个月内向经济委员会提出专案报告，书面请文等提案第129案，计划推动落实应落实检讨配置换电型能源补充设施之配比、设置地点及密度，应积极研拟能源补充设施标准化规格，以利各项设施使用效率极大化，促进电动机车产业之健全发展。书面请文等提案第130案，请经济部落实督导天然气第三期二站办理进度，并积极研拟评估可行性替代方案，于两个月内向经济委员提出专案报告。书面请文等提案第131案，要求中油公司积极检讨，并针对第三座天液化天然气接收站投资计划提出替代方案与设置之专案报告。张立善委员的提案第132案，中油公司长期以来油气探勘所获有限自有率原占公司炼制总机之比率甚低，已经根据加强提升油气探勘机械，以确保我国能源供应安全，要求台中油公司积极检讨，于两周内提出自有能力能源的改善报告。张立善委员的提案第133案，要求中油公司积极检讨，于两周内提出提升营运绩效与长短期负债利息费用负担的政策改善报告。张立善委员的提案第134案，要求中油公司应提供目前加油站增设太阳能发电与灯具更换节电计划之有效益，以未来加油站设置太阳能发电但及灯具改善计划之详细内容、经费实施其程与效益评估等报告。张立善委员的提案第135案。要求中油公司于一个月提出落实检讨改进相关公安问题机制之报告。张立善委员提案第136案，要求两周内依国有财产法等相关规定研拟交换土地之可行性。张立善委员提案第137案，要求中油公司一个月内提出积极拓展油品及石化等国际市场之规划报告。张立善委员提案第138案，要求中油公司针对所有转投资公司合营事业于一个月内提出如何确保政府庞巨投资得以积极规范与透明化监督之措施报告，并研拟投资占超过10%的就应向立法院提出的相关报告、参政文等之措施，以提高相关管理的检讨机制与管控，以利国家资源的管理。张立善文的提案第139案，建议台湾政府公司近年来债务迅速增加，应审慎评估未来整体财务能力负担及风险管理，妥拟固定资产投资之长期规划，以利未来营运与财务健全之发展。张立善委员提案第140案，天然气供应系统风险管控机制不足，且未落实执行与台电之间的相关关联机制，作业人员教育训练不足等多种因素，显示中油公司对相关系统之设计、操作及营运皆亟待检讨与强化落实。要求中油公司一月内提出检讨改善专案报告。王惠美文的提案第141案，中油公司在不损及员工原有权益之前提下，应加速劳宅争议解决，以确实维护相关员工应有的权益，请中公司应月内提出改善专案报告。王惠美的提案第142案，邮件于截至106年度八月底，中油公司长短期债务合计达2950.27亿元，已形成经营之沉重负担，要求中油公司一个月内提出检讨改善及未来规划专案报告。王惠美的提案第143案。101年度起，最低存量可用在8天以下，且达至成天逐年下降的趋势。以104年度为例，最低存量仅为7.2天，实属严重偏低。要求中油公司应备足可供15天天然气之储存量，以备不时之需。王惠美的提案第143案，提案要求中油公司一个月内提出加油站增设太阳能发电与灯具更换节电计划之详细内容。王惠美的提案，145案，推动第三座液化天然气接收站之投资计划，目前仍有环评议题及土地取得不确定的因素，恐其成恐延宕，宜加强
进度管控，要求中油公司一个月内提出检讨改善专案报告王惠敏等提案。第146案，台湾中油公司应每天确实巡检，定期向居民提报巡检结果，以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使人民住得安心，预防高雄前镇区爆炸事件之重演。要求中油公司一个月内提出检讨改善专案报告王惠敏等提案。第147案，中油公司购气占总成本比率甚高，要求中油公司一个月内提出检讨改善专案报告王惠敏等提案。第148案，与计划执行期间建立一个滚动的检讨机制，适时评估市场需求及产业变化，以利时间调整年度及补充设置及设施占设置数量及推动的提升。要求中油公司一个月提出未来规划的专案报告王惠敏的提案。第149案，中油公司近几年来原油或天然气占公司炼制量资比重仍未及5%，凸显自由油气比重率偏低，要求中油公司一个月内提出检讨改善专案报告王惠敏的提案。第150案，上述中油公司邮件于台湾中油股份公司多家转投资事业比例公馆接近50%的事业门槛，形同政府出售，皆以些为比例避开50%的门槛。上述的情形损及台湾中油公司的权益，要求中油公司一个月内提出检讨改善专案报告王惠敏为等提案。第151案，中油公司转投资两家公司损失情况严重，应审慎检讨，避免事后发生类似情形，要求中油公司一个月内提出具体清偿时程及未来规划专案报告王惠敏为等提案。第152案，中油公司石化业高质化研发成果未能有效转化为实际商业用，致使无法提升公司石油化学品质附加价值，要求公司一个月内提出检讨专案报告王惠敏等提案。第153案，为保障地方生态以及整体环境，要求中油公司一个月内提出检讨改善专案报告王惠敏委员等提案。第154案，中油公司应审慎斟酌年度预算执行情形及核实审核编列，要求中油公司一个月内提出检讨改善及未来规划专案报告王惠敏委员等提案。第155案，中油公司拓展石化品外销市场成效运营加强，要求该公司一个月内提出检讨改善及未来规划专案报告王惠敏委员提案。第156案，中油公司应持续与当地民众及相关团体沟通，争取地方政府支持，并应审酌严某应替代方案，要求中公司一个月内提出检讨改善及未来规划专案报告王惠敏委员提案。第157案，中油公司应积极推动活化，以发挥资产效益，要求中油公司一个月内提出检讨改善专案报告王惠敏委员提案。第158案，为解决民众疑虑，宜旧污染防治妥善规划与设计，急于施工营运阶级切实做好公安及环保问题，并加强与地方政府之沟通，要求中油公司一个月内提出检讨改善及未来规划专案报告王惠敏委员提案。第169案，目前国内天然液化气营运周转天数较煤炭30天及石油60天安全存量数相对低，此问题严重涉及国家安全问题，不可等闲视之，故请相关单位向本月经理委员提出改善专案报告。陈昌敏委员的提案。第160案，环评与土地问题应有尽速的解决，台湾中油公司应针对第三座液化天然气接收站的投资计划，应如何降低孳息支出并维持计划营运报酬率，以回收年限向本院经济委员提出专案报告。陈昌敏委员的提案。第161案，鉴于该等支出价值庞巨，且每年需负担地价税5018万元，应积极检讨妥处，以提升资产运用效率，对此加强改善，请相关单位向本院经济委员会提出改善计划专案报告。陈昌敏委员的提案。第160案，鉴于五星设备仍有极高的生产价值，进一步应每季向本院经济委员会提出进度报告。陈昌敏委员的提案。第163案，有鉴于五星设备输出应以我国最大利益作为考量，五星设备输出之决策是应专案送经本院经济委员会审查，并经同意使得为之。陈昌敏委员的提案。第163案，提案对中油公司五氢输出安全评估与决策方式向本院经济委员提出专案报告，以厘清厘喻作为未来施政的参考。陈昌敏委员提案。第165案，鉴于中油公司近年来财务余额偏高，形成经营上负担，要求中油公司以确保资金
调度平稳之下，妥谋善策，降低资金筹措成本。邱志委员的提案第166案，要求中油公司加强对国际能源之掌握，并提升油气探勘成效，以提高自主能源比例，确保能源供应的安全。邱志伟委员等提案第167案，台湾中油公司土地接受于中央政府机关及其他地方机关，面积颇巨，且造成每年度减少1亿元的租金收入，已于依国有财产法等相关规定，严厉交换土地之可行性，换入可自身收益之不动产，以增预收营收，请于两个月内向每月经理会提出可行性之专案检讨报告。孔文吉委员的提案第168案，台湾中油公司107年度根据编列探勘费用52亿2538万5000元，较105年度预算决算巨余增，已于强化执行力，避免经费巨额保留，另鉴于海外油气探勘组合证开发及生产阶段接近时程长且风险高，尤其对该公司近年来基于非洲等地合作探勘油气，该地区政治情势相对不稳定，且建警于两个月内向本院经济委员会提出专案报告。宣读完毕。好，我们先确定议事录，请问各位同仁，上次会议事录有无错误？哎，苏建新委员，有错误了，议事录有错误，没有，好，议事录确定哈。好，我们现在进行这个预算协商。好，报告会现在进行预算审查哈。好，首先我们看这个收入部分，销售收入有三案哈，销售收入有三案，加上我也没意见，如果没意见呢，我们就照例。增加0.5%，0.5%太高了吧。因为今年是因为我们经济发展不错了哈，我们觉得增加2000万的话是可以，5000好不好？5000有困难。好了，那就这样吧。明年的经济状况我们不大能够预测。3000好不好？3000。安内拉对整就列为整数了，就增加增加1000万呐。好了，好不好？你刚说2000，跟报告，跟各位两千报告一下，两千了，不用报告了，2000了哈。好，董事长2000就2000。谢谢。我们销售收入增列2000了哈。对，好，劳务收入部分，那个光的部分哈，这个部分其实有困难的，因为我们这两三年要达到2000万的营收，就因为高雄市哈，我们是对市民免费，90%的。旅游的客人都是高雄市民，那董事长是不是可以增列100万？好不好？我们增列100万呢、啊？好，增列100万，好，增列100万。劳务收入增列100万，好，增列100万的可以了。支出的部分哈，用人费用，我想这个用人费用不要去处理了哈。对的，对的。用人费用，人事费用，我是建议照例的。OK， 好，照例。那我建请就是不要冻结了哈。好，就是这边照例。好，我们处理服务费用部分，第六案到第16案哈，服务费用部分。各位有没有意见？动力费的部分呢、啊？因为是这样子啊、今年因为我们的台电它还有一些盈余哈、啊，所以它没有给我们降价。但是明年的时候，因为它现在的煤炭燃料成本都提升，所以它给我们的折扣有可能明年会减少。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是就是啊、增减的部分哈、啊，我们建议就是减列1000万，我们是可以接受这样子的。啊？减列1000万可以接受。因为你们怕的是台电对你们的折扣减少嘛，啊，加上因为南美的一个费用提高嘛，哈，这样啦哈，我是建议干脆这样好不好？我们就以整数把这1035万6000元减掉，可以吗？1035万嘛，哈，意见了哈，啊，对，变成整个服务费用就25亿嘛，哈，25亿，动力费，水电费的动力费，对，余内数25亿1035万6000元，我们把这个尾数去掉哈，我们减列1035万6000元，好。科目自行调整。
动力费，它针对动力费部分。动力这个主要是动力费。动力费的部分哈，好。那那个油电费的部分哈，是不是可以简略？哦，有困难呢，因为现在邮局的时候，他们一直在要求哈，就是要涨价。啊、所以实际上、哦、我们要再简略、哦、因为苏委员有意见，这苏委员有意见是没有了，没关系。那个我是觉得啦，哈，这都是服务啦，哈啊，这个油电费的部分，我们就照原列数好了。好，好好，油电费照列，好。旅运费照列，好，谢谢。好，那印刷装订跟广告费，下委有没有意见？因为我们现在也讲究环保了哈，是不是可以这个减少纸本的印刷哈？那我这边提案是减300哈，苏委员是100哈，那我也可以支持这个折中的哈，200万好了，好200的，好好好，服务费用、印刷装订跟广告费，我们减列200万，好谢谢。修保费哈，修养保护保养跟保护费这个部分。要不要冻结一下？看你们怎么说。我们觉得不要冻结了，因为我们这个部分哈，那个去年有一些地方的以前过去有一些冻结的时候哈，我们到期末的时候有一些执行上都有一些困扰。如果冻5%哈，冻5%，然后你们提一个书面报告，你们怎么样去执行？那个我跟主席跟各委员报告了哈。我们希望的是讲哦，看见你们实际的一个执行效率啦哈，跟作为，我是建议不要冻结了，但是提他们，请他们提一个所谓的检讨报告给书面给我们委员会了。好，好，没问题，谢谢。好，修理保养搞不会照例哈，那要提书面报告，是书面检讨报告哈。对，啊，暂除包装代理跟加工外包费。这个部分哈，我们建议就是维持那个原预算了哈，因为我们目前来讲，我们的人力哈，因为现在一例去年是变多少？23亿9900。去年呢？去年是23亿6975。用去年的标准好不好？用去年的标准，我们减列1000万了哈。决算数是24亿，哦。24亿的，今年是接近24亿，才不够用哦。这样的，如果决算是超出的话，我想这个是不能不要减的、啊，那就照例、那我们也就照原列数了。不过要好好的去妥善运用，倒是真的了哈。好，谢谢。好，第15案哈，是暂除包装代理跟加工费、外包费，我们照例。是，好，16案我们就不处理，因为前面处理过了。对，前面处理过了是。那16之3哈，材料跟用品费。还有17、18、19，我们一起讨论材料跟用品费。这个请董事长，简单的说明一下，好不好？我想，因为起码这是您买迄个代工的钱，噶收相关的费用嘛，是不是？对。其实吼，阮这材料费其实是水费啦。啊，水费的部分，我是真惊明年的阵吼，因为阮水源也无够，阮爱加水利费买，啊，水利费的水是贵哦。啊，所以这一部分哈，因为今年到目前为止旱象是一直没下雨的哦。对，而且我们今年光是跟台北自来水事业所，我们买的超过去年多了3亿多元，所以这个是宽估了。你们是怕说水量不足，所以你们必须要准备起来跟水利会跟其他相关单位买水了哈。好，那既然这样的话，建议主席跟各位同仁哈，我觉得这个好，来张委员来。那个第16案我有提案嘛哈，第一个我们是要了解，就是说哈，你现在因为在材料跟用品费方面呢哈，也就是说哈，自来水公司，因为我们现在发现很多国营事业哦，是在这个材料方面都有做囤积啊。好，囤积了哈，那包括台电呐哈，其他的这些国营事业都有这种情形了哈。那我是希望就是说你在材料费的部分呢哈，是不是有等于就是囤积的情况，或是有没有去做盘点，或是说这些材料如果有过期呀、啊、哈，那你们现在是怎么使用？因为我们在发现有些国营事业它是每年编列很多材料费，但是这些材料呢都囤积在那边，结果呢有的过期呀、啊，缺乏管理的哈，这个是我比较care 的部分呐、啊，我也请董事长说明一下，好不好？那先说明一下，嘿，我先搞微软报告的哈。我们这里头的那个部分的话，这个服务费用的时候，水电费、动力费哈，还有那个维修保养和一些材料费的时候，我们材料几乎是半年内买，半年内用完，所以我们的库存囤积的非常少。这个我们
哎，对，我们都是看工程的进度，好、哦，管态的进度，好、哦、啊，我们才去编预算去买，所以我们的库存哈、哦，那个我们都有整理，这个部分是少，但是我们主要的材料费是什么？是水，因为我们一年要买二十几亿以上的水，那水又有变数，变数就是说，万一我们今年像今年苗栗跟新竹就很缺水，缺水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调拨水利会的水。因为我们没有水权，就要跟他们买啊，跟水利会买，成本坦白讲就高很多，比我们跟水利署哈买贵高很多，所以这个是变动什么，我们就很难掌控这样子啊。所以为什么说我们啊建请就是说委员会不要给我们删这个，就是说因为像我们今年我们运气不错，一直到四月初啊梅雨来的啊，所以我们今年买水的费用有降在中南部，但是呢我们在新竹地区的时候。啊，我们是调度那个整个台北市自来水事业处给新北市，让新北市不必用石门水库的水，石门水库的水才能够百分之百供应桃园，也才能够再支援一部分给新竹县市。但是呢，我们跟北水买的水是5.9元，非成本非常高、啊。好、啊，所以就是说，我们这个是因为有变动性，所以我们建请不要。董事长，你讲的是买水的费用增加了哈，但是我们看到的就是说，整个就是。这因为这是有跟对电费嘛哈，动力费嘛，还有就是机械维修的费用嘛哈，那会不会有漏水的情况？就是说你的机械已经老旧啊，是哈、哦，缺乏管理维修啊，哈、哦，甚至就是耗电嘛哈、哦，那这个部分也是在这个相关的部分里面嘛哈。我要请你解释的是这个哈，今年度的那个漏水的部分的进步哈、啊，比去年高蛮多了，因为大家都蛮用心了、啊。好，我们过去大概一年减大概降低漏水率大概 0.4 到 0.6 之间，今年我们超过 0.7、啊、所以这个漏水率我们是有蛮努力在做。徐委员，我这边17案哈，主要是谈就是说，因为今年是增加了6亿嘛哈，是这个幅度是蛮大的哈、啊、当然董事长也说明了哈，里面是跟购水有关系嘛，对对对，啊你也解释了，其实跟北水或农田水利会买的水这个。费率的问题，对，那我想跟北水是老问题啊，对，就是、一直这么贵，没错，好，那董事长这边有办法透过一些协调的方式吗？能来降低？我们今年年三月份，我们跟柯市长协调过一次、嗯，但是降幅不大，降幅不大，降幅不大，对，但是我们已经有降了，好，那但是我们还要再继续努力。对，我觉得要说服柯市长啦，我想北水的水应该是全台湾的水啊，不只是属于对，它而且它量都会区的哈，那我想。如果这个需要，我想柯市长应该对他做一些诉求。那不过因为我比较晚到哈，那所以我还是前面要问一下，不一定能省得到。我只是问哈，因为年终奖金我们这边哈，还是第五案这边哈，还是发到18万哈。是。那董事长，我这边比较困扰是说哈，到底我们台水是赚钱还亏钱呢？哈，好，因为上次拿到书面报告是说亏啊，可是你在外面的发言说有赚哈。对。到底我们？今年的状况是怎样的？我们赚、啊、的话赚多少啊？发到18万哈，好、哦，我知道邮电糖水几乎平均都是20了，好、哦、左右，好、哦、啊，我们18虽然已经不是高的，可是我意思说这个效率，然后我们有很多是花在买水上面，好、哦，那发到18万，好、哦，到底这个情况如何？能不能跟趁这个机会说明一下？跟委员报告，因为我们的部分哈，我们今年到。十月底为止，我们是啊账目上我们是有盈余的、嗯，但是因为我们有一些机修费的时候是最后两个月的时候，有的时候啊、还没有结账、嗯，也有可能就是说这个会微幅再降下去。嗯、那基本上这两年我们的营运哈，台水公司要赚钱不容易，因为水价太便宜了。嗯、好，那过去十年我们平均一年是正常是亏2到3亿的、嗯，那。去年我们因为很多地方，比方说电力，我们大家就很用心在尊节哈，然后我们的用水就尽量调度自己的自由水源，所以我们在用水，我们省了3亿多，用电也省了3亿1100多万。其实我们的赚钱应该说是我们省下的大概11多这样子。不是因为卖水赚钱，不是因为卖水赚，因为水价我们不付成本了，只有工业用水赚一些而已了，是。OK， 啊，郑委是。来那个董事长。董事长，那水利会已经进入二度收归国有了，所以你买的水价刚刚讲的跟水利会买会比较贵。
我相信这个法案总统会马上把它签署出来。这个成本你得的，你也该消。没你是也不多。我不是没你不多，签不了送你了呀。你比什么人家强家用？所以在这个地方是不是要检讨一下？虽然我们从省议员到现在的老同事，好，最后等你一下。第二个，刚刚说买水价说什么要便宜，我觉得你们在欺负农民。像苗栗的龙田水会，我们的水全部给台中在用啊，是讲的是北水了啊，全部台中在用。是，我那边本来设立的那个梨潭水库是要给通宵单位灌区在用的，结果一毛水，现在欠我们几十亿吨，你们也不还给我们。我今晚唔知道你安怎推这个问题的啊，所以我在讲啊，不要用都市人的观念。是，哦，跟人家买过，现在苗栗县的水。农民都休耕了，比以前多了三倍，而且被安装来处理。我觉得这个社会很不公平。你们常常讲社会公平正义在哪里？跟我讲，实在是实在讲到这个很气。本来要把你删预算的，又看到你那么实在报告的时候啊，感动啊！而且我发现你上任了。你上面也是很努力，不是？我是讲实际话，我要给都市的人晓得，要利用的时候都利用我们乡下，还要修理啊，社会公平主义就修理我们乡下很多的不公平。我希望你注意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我啦，委员，我绝对当支持你的，因为今年你反映一个哈，等下你看我跟你讲，我你遐，就因为我你遐，你今年二三迄阵，阮真欠水。啊，迄阵你要求一个吼，啊，我有去，我有家己有亲自去立潭看，啊，迄阵就有放水落啊，无问题啦。你反映农民，甲你反映，阮绝对就是拢配合啊，吼。好，好啦，你要出来，顺便来搞个整个解啦。那个吼，在水库的下面啊，你们水都要经过他们地方，它的普及率才47%而已。最近你们在那边有很多的建设，希望继续努力，好不好？好，谢谢。来，朱新伟，好，赵伟。那个根据各位委员，我现在提一个建议啦哈，就是说张立山委员讲的很有道理，他是怕说我们这些材料的问题是不是有过剩，但是董事长说半年，我就希望这样哈，我们这个预算照原列数嘛哈，但是我们希望你能提出一个书面的一个对整个的材料的一个库存跟这个情况来给我们经济委员会。你动结果派谁呗？那提你的报告。没冻结了，你不会冻结。我是支持赵伟这样，我觉得还是要有个处理。那你可以用这个哈去跟。去跟你要买水的对象讲说，立法院也有压力了，好 ，OK， 好，不是说你这样预算偏多，对啦，感谢会员，感谢会员，感谢会员，因为否则那边就会讲说啊，你立法院比较偏，对，那他就要买水价就比较困难，所以是这样，冻结5%吗？冻结5%了哈，要提这个书面报告实施动支啊，好，哎，当然有，大概5届共识啊，因为你是宽列啦，哈，因为我们一定要给你们预宽的这个。的经费去准备买水了哈啊！大家委员用意是说，先帮我们冻结，让你们说啊，我那以沈宏冻结哈，给他们多结，给你们武器去谈哦啊！只要是正确的使用，到时候提报告，我们也是还是没有问题嘛。好啊，会不会有困难？5%会不会有困难？不会吧？想一下啊，5%会不会困难？如果太多，那就要变动3%哦。不会哈，好，那不会就5%了。来，赵伟，没有，你要问每一个人18%，你现在降为5%，你都拿这税扣。因为冻结5%是总量是蛮大的，因为冻随时提书面报告。本来我提的是简略，现在改成冻结。好了，好 ，OK， 好，5%哈，好，我们材料跟用品费原列数43亿4914万，那冻结5000，哎，冻结5%。好，那我们也建请，就是我们委员会哈，就是秉持刚才薛委员的建议哈。建请就是台北市跟我们哈来协商，就是能够调降水价这样。那个董事长有道理，那个校史写一下哈，我们要求那个自来水公司积极的与台北市哈来积极协商这个水费调度水费的一个售价问题啦。谢谢主席议员，好，无力吧？好，谢谢，好，感谢。好，因为预算都照列，那他就会说你有钱呐，对不对？他也不可能降，对不对？那冻结5%哈，好，谢谢。好，书面报告之后实施通知，好。要处理第20到22案利息跟租金。利息的部分呢、啊，因为我们评估，因为过去我们大概因为美国哈、啊，今年它已经调涨了3次，那我们预估明年它的利息哈、啊，中央银行有可能调涨1码的，所以要我们在3减，
就我们其实是担心，就是它甚至会涨啦，明年的部分这样子啦，啊，这个基本上是实报实销这样子啦，哎呀，利息费用，对对，所以我们是建议是不是照原列数这样子，好。好，那董事长，对，你说的就是说现在利息这个是目前来讲啦，你们现在自来水公司是赚钱还是亏钱？我们。去年跟今年我们都有赚了，都有赚嘛，对不对？都小赚嘛，哈，都小赚，对不对？哈，那你有小赚，但是呢，整个的哈，比如说你自来水公司的营运状况，你有没有一些瘦身的计划？就怎么样去还债呀、啊、瘦身呐、啊？哦，我不能每次都一直编列这么多的利息费用嘛？因为哈，我们的水太便宜哈，所以我们根本都没有办法累积资本啦。我们去日本拜访，我们去东南亚拜访，我们的水价比菲律宾哈平均马尼拉平均便宜的，他们比我们贵将近六七成了，雅加达比我们贵四成多了，东南亚国家他们的水质比我们差很多，水价都比我们高四成以上，所以我们真的要维持这样真的是不容易的，因为很多同事大家真的是蛮辛苦。好，那因为水价那么便宜，我们真的没有办法累积资本，我们只能借钱来建设。更新，那这个真的也要请委员体谅。而且我跟各位报告，我们现在去年开始，我们大量的就借短，因为我们预估三年内利息不会涨，我们借短还长，所以我们在利息这一两年，我们每年都省还不少钱。对，滚动式检讨，哎，是。那董事长，那个我觉得哈，追跟利息。我也支持徐有明委员的意见的，应该适度减一点点的哈，对，应该将能吧哈，就给你一些激励作用了，好，是不是把租金能够尽可能调降？是啊，这个利息的付出不要那么多。是，对，董事长，因为你提的都是利息啦，对，那租金你还是有吗？还是没有？这全部都是利息，租金几乎都没有租金，没有几乎没有租金，全部都是利息的。如果减列个200可以吗？像招委这样讲，好了，好，可以，好，谢谢哦，好，谢谢，好。报文会，我们20到22租金跟利息原列数9亿9286万，我们减列200万。好，谢谢。好啊，营业成本从23案到33案。这个就跟我们的前面那个哈一样，因为我们的营业的费用的时候哈，就是动力费啦、水费啦、原水的水费等等啊，因为今年哈，我们到目前为止哈，很多水库，特别是像新竹县市。那个水库是跟苗栗的时候，我们水库这个现在都是水量都很蓄水量都很少，所以我们很可能明年我们万一要休耕的时候，我们要支出蛮大的支出费用，好，因为休耕我们台水还是要出钱呢，好。对，董事长这边可不可以提一下哈？因为也有新闻报道说明年会有缺水的状况危机，对，危机，这个危机。那这个除了我们农业用水，我们自来水这边。的预估是什么样子？我们的预估基本上是我们比较担心新竹县是苗栗的啊，以及那个嘉义、台南啊这个部分这样子的。好，那台南的部分，因为现在因为昨天刚去南化水库看了，我们也有到乌山头水库去看了，这边乌山头跟那个中文水库的蓄水率目前都不好。并不好，所以我们一旦需要动用到休耕的时候，因为我们都还是要分担这个休耕补偿费嘛，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明年会有一些难以预测的部分啦，但是我们会跟水利署全力来合作跟配合，对这个部分我们会尽力来处理这样子。是，okay. 我看你们会缺水，没有在目前。不过你们厂长是怎样休耕了以后，第二天就降雨了。对，就对上加呢。啊，所以大概都是会产生这样啊。对上加呢。那减列2亿不要了，冻结2亿就好了。你买得好啊？卖冻结的，拜托。那个总经理要讲话吗？我跟委员报告一下，刚才我们董事长提到那个新竹然后缺水哦，不过我们现在都有一些努力的措施啦。我们从桃园也支援到新竹，每天会增加，从原来的6万，现在增加到9万了。对，所以这个那另外在新竹地区包括水利署，包括我们公司也都在做一些增加一些供水的一些努力，包括一些深井的启用啊什么所以我们会跟水利署一起来努力克服这个问题。那因为这个部分其实跟前面我们已经有删减的1435万了。因为对，是因为我们之前已经减了哈，那营业成本不要再重复减了，所以请不要再。那是不是我们适度冻结好不好？是，
刚才 有提议5%了，哎，5%是材料费呢，这个就是一样，都在一样。那个对，这跟水费都是、欸、都是我们在。主席，有可不可以请董事长解释一下哈，就是为什么他这个营业成本呢、啊、哈一直提高，而且是啊、第一区啊哈15890啊这10区的营运处哈、啊、成本率都高过超过100%以上哈、啊，到底这几区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为什么他的营运成本是这么高？主要是哈，我们在那个小区域的，因为我们一个县市哈，它有很多小区。你像我们花莲，它的小区花莲，我印象中就15个独立的小系统啊，就是它就是有的就一个乡镇啊，伊个都无水源啦，啊无伊唔是亲像讲吼，咱伫台中市，伊就两个大水厂就解决啦。大系统的会比较。系啊啊啊，所以小系统的阵，伊成本足悬的啊。哦，啊，迄个，你一，诶，冰冻伊迄个，愈快愈麻烦啦。系啊，安尼讲较紧啦。系啊，偏远的，偏远的，成本愈悬啦。阮实际上趁钱的拢是其他市啦，新北市、桃园市、哈、新竹、台中、台南这五个都市，啊，剩的阮拢了钱，农业区拢了钱啦。嘿。有任何意见，是不是做照例好不？照原例数啦。啊，谢谢。好，安尼，迄个。30到36哈，是，营业成本的部分哈，到33，23到33，营业成本原来是258,482万，我们照列，好，我们继续处理34到36的业务费用。没有啊，你这是都同样项目啊，同样项目，嘿，大幕在看的啦。苏委员，你的提案简略讲400万啊。对，35万，你提案减定400万。对，啊，对，这个跟前面一样，跟前面一样嘛，减过是吧？都减过了啦，哦、前面减过了。其实他们的项目没有很多啦。对，那主席，我可不可以请教一下，我第二十六案，就是现金流量哈，允当比率啦哈，它是。你知道吗？我们如果是现金流量比率低于100%的话，就是表示你这个公司的营运状况不佳嘛，对不对？好，那你看到我们这个台水公司呢，它是逐年它的现金流量是越来越低耶，好，低到现在呢哈，大概只剩下50.85%呢。那这个部分呢哈，是不是有没有办法，或是你们现在的营运状况有没有办法这个现金流量提高？我改委员报告了哈，等于说我们为什么现金流量会，它这个是算占比，因为类似湖山净水厂，我们花了120几亿还是130亿哈，啊，类似板二计划的时候，我们那个板新加压站哦，那个整个系统也是非常庞大的一个支出，这些建设完成之后，我们就开始要摊提我们的折旧，所以我们这样子，像我们5区，就是我们云林跟嘉义县市的时候，以后是注定都要亏损，而且亏很多。你讲加100亿，我都拿分30年，我一年都差不多，好、哦，爱4亿以上啊。所以我家累积累了，说譬如说讲我的现金流的对、相对的跟我的资本比，就是降低的嘛。好、哦、啊，因为都我资本愈来愈大嘛，要建设啊，我就借钱贷款安尼。那你成本一直增加。那当然，你就不会赚钱呐、啊。啊，就是因为水费23年不增调啊。我那你最近是最给是世界第三小啊。那是不是针对营运成本的部分呢？哈，逐年的这样哈，没有办法下降哈，也给我们一个说明，跟一个书面的报告。就可以了。对，要不然你还要照原列书上原列的话，好，对不对？第一个书面报告，总是要个交代吧。书面检讨报告了哈，或是董事长那边可以预估一下啦，你未来有一些重大建设也要推嘛？是啊，你们估你们的整个状况的资本结构会变成什么样子？这样。我们目前例行性的那个资本就简陋的部分，因为我们管线很多，大概27000多公里还是老旧，我们一年光这个部分就要投入将近70亿了。那我们例行性的那个管线的那个汰换跟更新的部分啊，还有加上一般性的那个例行性的建设成本，大概有60多亿了。所以，我们每年固定的建设成本就将近130几亿。那这个是一定要做的。那这个呢，都还不容易维持我们这个漏水率的这个在降低了。好，那因为我们只能说用借钱的方式，因为我们赚无钱嘛，赚无钱只好借钱嘛。啊，借钱，我们就当然安怎借。
上限，啊，我们就是我们都就借短期来啊还长期，所以让我们的这个利息的支出也会降低嘛。但是基本上目前来看的时候，哈，我们是觉得台湾的这个水费的集聚太少，我们就四级，好，那北水是六级，好，那我们觉得在不影响民生的话，未来的话，我们看看整个的经济发展的状况嘛，迟早可能这个集聚还是要调整一下，好，这样子。董事长这边要说明一下，这个北水六级跟你们比较大的差别在哪里？我们是四级，因为他们也觉得就是说，你像台北市是没有工业用水，好，台北市是商业用水，商业用水是很高。那他们的概念就是说，他们以前疫情很细紧嘛，哈，好啊，他们四级，他们觉得就是商业用水你赚很多钱，那你不应该就是水费还是那么低，所以他们在今年的时候，去年底还是今年有啊，去年底他们有调整了一次，就把集聚是有拉开了。董事长，我请教你，你既然知道你四级哈 是这个集聚。是啊，是不合乎实际，所以你既然是这样讲，啊，你为什么不调整？对了，对了，为什么？有什么新闻呢？啊，这本来就是你五十一度以上跟五百度的用水都是一样的价钱，这不合理啊！我想陈明委员意思是说，你比较高的那一个，那你应该知道的事情，你为什么不讲？就是他可能用水量大，我们现在五十度以下的这些民生用水，我们当然是有可能，我们当然不影响，一般民生当不动了，对的，对不对？不动啊！你现在你要以量制价，对的，对。未来的你明明知道这个已经是问题了，这个还要报经济部吗？要吗？还是要的，那你们就报啊，还是要的。那这个事情就要调整啊，这本来就是那这个动的就等于实质是我们自己。那我们五十度以下这些民生用水，我们就不动嘛，不是很清楚吗？是商业用水、工业用水，当然啦，这几年涨嘛，所以台北比较特殊啊。对，我水也涨。因为台北。阿达，我跟你请教一下哈。因为当时你销售成本里面呐，哈，有一个服务费用，熬战术、熬包装、熬代理及加工费。啊，我当然挑来看这个业务费用，好，熬战术、包装、代理、加工费，这个销售成本跟业务费用。这里面服务费用是安怎分的？一个一外，一个两亿外。啊，你业务费用加敢加遐侪钱？你了解啊？我是不是请阮总经理来做说明者？你销售成本，好，跟业务费用，你的名目偏的都一样啊，是不是重复偏类啊？这个没有，报告委，这个没有重复啦，因为我们有分那个我们的科目有分职能别哦，原水、净水、供水三大项啊。嗯哼。啊，来保重！你的业务费用是天然费用啊，大家都要用你们的水啊，业务的费用应该不用那么高嘛。有，这个业务一样也是分那个原水、净水、供水，所以，哎，都那个三大职能别都有了。你以三大的好给你假设有，但是还是有区别啊。你业务费用就得那特别管啊，得那个销售成本啊哈，供水用才1亿5千万，啊，你业务费用2亿9千万，几乎增加了一倍啦。那你断绝你摘的二啦啊。这个因为陈委员有问哈，所以我32案我在就接着问哈，你这边所谓这些费用里面有一些是委外的嘛？好，对我们客服。对，抄表跟客服的委外，还有部分场站操作也有委外。对，那现在情况是你们预算数跟实际数哈，这几年差距都很大。好，你看抄表委外这一块哈，1亿3，可是你只花了9千哦。好，然后105、106都是这个样子。那客服也是啊。好，你编了2亿2，这个也花只花9000而已，哦，2亿3花了1400，哈，有点浮编呢。如果看到我32案的这个表，这个差距蛮大的哈，好，所以预算执行不理想，这到底是没这个需要呢，还是你们委外的过程有一些问题？好，所以我这边是冻结2000哈。好，那个我跟徐永明委员一样的了哈，就是我第31案了哈，就你们现在委外的支出啊，都高过哈历年来哈，就是委外的
这个数字越来越高了哈。不晓得说现在哈，现在很多都是什么智慧电表了哈。那你们现在在这个部分还是用人工来抄表？没有错，没有错。其实现在连东京它也是用人工抄表。好，啊、因为这个通讯的问题，成本很贵。对，但是智慧各位那八通个通信费用都要30块，阮唔敢用迄通信啊。啊，除非讲大表，有中间也大表，阮就会使啊。好。但是没有，所以就是说，你实际到去年哈、啊，去年的这个委外的经费啊，如果以抄表的费用是不到1亿嘛，对不对？那你现今年编了1亿5000多万，哦，是高估几 percent 呢？哦，那这个部分呢，哈、哦，这个部分呢，是不是有，应该是还有空间可以删减呢、啊？是不是我请我们的营业处跟会计处来做说明？来会计处啊！你们预算数和你们实际数，客服中心的也多了很多啊。那个，哎、欸，我们那个抄表的费用啊，其实因为我们这几年那个人力还有工资也上涨，人力也不足。那所以我们的那个抄表的委外的费用哈、啊，是我们是有核实编列，而且我们常常、没有啊。你如果按照不是我32页那个表，你实际数是每年在下降哎、欸。从1亿3下降到9000、9100、9600，数字好像有错，有错吗？有错误啊，那个他有错误啊，因为我的看还有没有其他的费用啊？委外一种费用，其他费用有没有增加了？那个，然后我那个客服的费用哈，委外的费用，客服因为哈，因为之前为了早期是为了那个录音一些那个持续电话来，听下主持人讲哈。对啊，现在我们23到33是基本上刚刚已经有处理的哈，但是大家对这个营业成本都还是有一些意见的哈，希望你们能够有效控制营业成本，甚至降低营业成本，哈，让营业成本能够更有效率啦。我是跟你讲的哈，都要处理公照例，那现在大家有意见，那我们是不是就着动哈，来冻结杀千班啊？你下级的一些书面报告哈，就如何来降低营业成本？整个部分来做一个完整的说明跟检讨报告。赵伟，我是建议不要动了哈，但是我比较赞成那个徐委员跟那个赵伟的说法，就是讲如果这个不是，不是啦，我今晚是要讲这内容的问题啦。如果是真的预算中心有问题，我是觉得你们提出要一个检讨报告。我们在意的是哪边出问题，因为委员会提出要求你们动，是因为这个数字差太多。那既然你们说这个可能有误差，那你们就要提出检讨报告。对，好不好？我讲哈，预算中心的报告是每年出啊，所以你们跟他这个实际数跟预算数的差距，他是从104就开始列了。啊，如果真的你们觉得预算中心的数字有问题，你应该去年或前年就应该开始跟他们反映。这两个啦，这两个年，这两个差距，对啊，一边下报告了哈、哦，那你们也要跟预算中心去了解到底误差在哪里啦。我是觉得哈、哦，着动了哈、哦，啊，动几千班，你下级的检讨报告了。好了，动几千好了，好了，动几千了，动几千嘛，哈，下级的，下级的监督报告哈，如何降低营业成本哈？好，安尼，咱这个三，整个营业成本的哈，整个营业成本258482万，我们刚刚本来说照例嘛，现在改成说这个冻结1000万，是不是我随便问一下好不好？啊，提出书面报告，随便一下哈，这个驻会水表你们现在推的情况，我们在测试的。啊，我们在测试，台北市也在测试，它比我们脚步早一点。那我们今年也在测试，我们择定有一些集合住宅，还有我们选定中科。不，我们好像在国民党时代就在推动智慧水表，是是是，我跟委员报告，一直到现在为止，好像你们自来水公司还是在考虑什么，一直没有办法去。哦，我跟委员报告一下，我们大概2年前有买了大概那个用户水表，大概7000只的。7000只，那分别总共用户数多少？你买7000只，用户是600多万户。对啊，那因为它那目前的单价比较高，比我们的机械表单价比较贵。它、为什么会单价比较高？不，因为一爱传讯了啊。它现在只有台湾只有一家在生产哦，一家在生产，所以目前单价比较高。这个还不算那个传讯的费用。如果传讯的费用再加，你是因为单价比较高，所以没有办法去推动。所以我们先试办，还是因为只有一家，所以你不单价比较高，单价比较最主要是单价比较高了啊，最主要单价比较高。我的意思是这样子，我是认为哈，这个时代已经不一样了哈。
铸来铸汇水表这基本上是一个趋势嘛，世界各国也都是在做。那不管是一家或者是铸这个单价高，你们要有一定的这个成本观念，或者说是你要公告出去。对。哦，我有哪有600几万何必用这铸汇水表？我想要用什么？我相信都不会干那一间了啦。我还没报告完。那人一定哦，一定有两间、三间，因恁这无人要用，当然是一间啊。哎对，你若可能讲，我做水果可能我用这个，我相信哦，反正人有市场，三间、四间开落啊，几人都拼啊。除了这个以外，价钱就会降下来啦，不是吗？我再跟委员报告一下，除了这个刚才7000户以外，那我们在那个用户的那个总表那个部分，我们也打算买大概14万只吧，14万只分几年来购置这个智慧水表。已经从那个我的意思是啊，我的意思你们要用那个用户总表总经理啊，你们是注册水表的时候，你们是要用是不是用还是不用？哦，这是一个对一个是一个观念，我们是要用要用的。那要用要几年计划？哦，对，那要几年计划？难道你要几年计划？你第一年是说我要用4000、7000只去做试验，但是我可能是5年计划要全面更新。对。那我的标准是什么？我大概我计算这个成本钱了，那你就要公告出去。我相信就不会，你的感染公关五年计划啊，好让我直接吸干净。我要用600万，好让都会省啊。对，那这有没有什么人都会想他？你就不会考虑到，哎，可能台湾只有一家，或者国外就会来进来了，好不好？我的意思是，这是应该要一个趋势。我好像这个最起码我们已经讲很久的事情，有，你们一直都没有推动。好，张我可不可以请问一下，你现在7000只是用在哪个地方？都是工业用，好不好？大坑呢？在大坑有，澎湖那边也有。好，啊，成效好吗？目前弄起。是不错，比那个原本现在比较好。对，那陈明文委员所讲的，我觉得这种有计划其成的哈，应该你们要好好去规划。对，好，主要是我们要让系统哈稳定了，因为他们目前可靠度还不是那么高，那我们也要给他们机会。而且目前全世界最积极的国家是韩国，好，那我们的技术目前来讲跟日本是差不了多少，可是稳定度不够啊，所以我觉得。我们积极推的时候，有可能让这个产业在会领先世界。我再插一句啊，其实自来水公司都能干代机啦，自来水表啦，防漏水啦，哦，大概就这样子的重点啦。您这两个扛过，实在应该做出来。还有一个，就说你当初定价认真，你总经理价认真，您应该爱在政策的目标要拟出来。没问题，没问题。不是在那里叫。可以欠的3000、5000的，不是啦，你政策目标你出来，你住在水公司自然就会改变嘛。好，小伟杰，好，我要讲的就是说，我们针对这些民生用水、用电，甚至是瓦斯也好了哈，因为在瓦斯我们也在推动那个桶装瓦斯的这个可以装表，甚至智慧化的计算，这个都是便民的措施，让民众不必每一个月、两个月解更告，我们在查水表、在查瓦斯、在查什么哦。那我觉得有一些民众哦，尤其是他没有管理员的这个住宅形态。他是会愿意去投资这样的一个设备，让他更方便。那另外一方面，这个如果我觉得你们该做的，倒不是说这个成本多少，而是其实有民间他自己他愿意去为了他自己的便利性去采购，那你们应该要把那个 infrastructure 把它建置起来，也就是说怎么去跟你们连接，我怎么透过这个智慧的表，这个计量表，我的民生需求的这个计量，去了解我现在的用水状况是怎么样，我的价格是怎么样，直接去跟你们连线，你们这些资讯要怎么提供给这个到用户端，你们先把这个 infrastructure 把它建构起来。其实市场它一定会慢慢的，它会成长嘛，它就会自然的形成嘛。而且不只是用水啊，还有瓦斯啦、电啊，其实都一样有这样的一个需求。那我觉得你们现在去考虑什么是要7000只还是什么10几万只，你到时候要怎么去分配，那个不是重点，而是说你要把系统建置起来。没错、哦、那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以台湾现在作为一个科技国家到现在没有建置，我觉得也是一个蛮离谱的状况了、哦、所以我觉得在下个年度这个应该列为一个重点的工作。 好，董事长，张明伟，我给你建议啊，讲的智慧电表、智慧水表大家都想得很圆满，但是我总始终觉得这是国家的一个总体计划。台湾的科技发展现在有智慧电表，你再加一个水要从同样一个表里面，
哦，要如何去经过，应该可以去解决的。还有一个瓦斯，三个把它结合在一起，哦，做国家的计划来推动啊。不然你现在看房子的时候，都在外面这一个电表，那边一个电表，我们乡下很难看，都市的就看不到。都市它的话，哦，规划的比较好。你看，看那个特征出来，都能令你点标题啊。本来盖得漂漂亮亮的，最后又变成很丑，在那个地方。那我是今天真的是提议出来了。啊，要做国家把这个整个划了一个团队，好好去研究，弄出来三个方面都能用的，不然只有你们讲智慧水表啊，在推啊，百姓一花到钱又哀哀叫了啦，不好推啦，就三个同时的功能把它使用在一起啦，三合一的方式来进行啦。我想赵伟跟各位委员我先跟各位报告一下了哈，台电他最早推。但他最大的困境就是因为他的很多的大电表都是在地下室，我们的问题也一样，我们的水表大部分都在地底下，传讯就是一个大困扰。然后而且我们这边湿气重，所以他那个呢，哎，也先生了。总经理，哎，董事长，你讲这，现在做水表传输问题没有问题啦，是，不是在地下室的问题啦？没有，这个技术上都已经克服了啦。你可能不是很清楚啦，所以这个部分我认为哦，董事长哦跟总经理的角色功能哦是应该要有一个定位啦。比如说我刚才说的，董事长列任内你现在完成什么，嗯，你的目标政策目标你要拟定出来。比如说自来水就是自来水表还是黄这个落水率我要减少到多少，你要全力去，哦，啊呢，总经理你去做主行的工作，你要做你一定目标。你这样子的话，整个这董事长跟总经理的角色，我他没讲，我感觉像当主任，没这多，没这油的足少的。嗯，谢谢。你把料想油去啊？谢谢。你这嘛是恶露还是嫌？无，这嘛是恶露，阿嘛是你甲讲。哦，没精辟又深刻，也是一种好，那个主席啊，那个董事长，哎，你现在那个所谓的这些水表了哈，有没有办法，就是说不要在地下室哈，然后在新盖的这些建筑物上面，对，你就有一个规范，比如说他们就在哪一个楼层，对，然后集中，不用每个人都一颗水表。还是要每一户一个水表的，对，每一户是一颗，也对了，一个水表就集中在一个区块里面啊，这样在管理上也比较方便嘛。但是那个，但现在老旧建筑，你们是每一层都要去抄水表嘛，对不对？好，那你当然这第一个时间上浪费也很多嘛，对，好，那效率也不彰嘛。那如果说新建筑你集中，因为旧的你要改很困难啊。对对对，嘿，我们现在我都在顶楼，集合住宅的，不是每一楼了，对的，对，就是集中起来的。对对对对，然后这个部分哈，我们有去以色列看了，以色列它传统的旧的表哈，因为我们九月份我们有五个同事去看，他们也有智慧水表，他们也有系统，但是问题他们的旧的系统还是没办法处理，好，因为都是在地底，跟我们的困境是一样，那我们会想办法来克服，那我们会选，我们已经选的。台中大雅的科学园区来做示范点，好，那我回去会追踪我的同事，看看现在的进度。我们有委托中兴大学跟这个岭东科技大学两个学校一起合作，这样子。就智慧电表的执行哈，智慧水表的执行跟规划情形哈，是。我跟老李伯五言个了安排几个专栏报告了。哦，好，大家了解。好，这五省基本上处理业务费用哈，我们现在业务费用也是要。要做这个控制的哈，不能无限膨胀。我是建议，是不是在这边没有人要提简历？哎，苏伟，苏伟，那个等一下，你现在是在营运成本还在讲呢？你现在跳到业务费用，对不对？那业务费用我们还要表述意见呢、啊。
营运成本已经处理完了，已经处理完了，现在处理业务费用了，来处理业务费用哈。好，那我第三十四案哈是针对台湾水务工程公司的哈。是。现在我想我们董事长也非常的重视了哈，重视就是说未来我们的退休人员他可以其实可以到这个水务公司来了哈。那这水务公司啊哈当然是利益良善，但是呢以目前他的总金额哈大概只有1亿嘛哈。对，1亿。那台水公司。哦、就是占持股比例大概40%了哈、哦。那我是认为，就是说，如果这样子的话，你是不是可以把你台水公司的这个占比提高到50%以上？哦，不要说呢，未来成立这个公司以后呢，哈、哦，第一个规避了，哦，第一个立法院没有办法监督，国营会也没有办法监督，哈、哦。那这样子的话是怎么样？是又另外开了一个门，哈、哦，让大家来承包台水公司的业务吗？好、哦，这是我质疑的部分了哈、哦。所以我希望就是说，哦，这个部分呢，哈、哦。应该要再审慎的评估啊，因为你们还没成立嘛，对不对？我跟委员报告一下，如果我们让政府的持比占到50%哈，我们在国外很多工程我们可能会做不了，我们可能会做不了。所以我们为什么我们先说到40%？我们主要目的不是在国内，国内主要是要做一个高技术的问题，就是漏水的监测跟防治。因为台湾有经验有能力是两间公司尔啦，啊，伊两间公司哈。阮足侪所在，你像平湖啦，无人要标啦，因为遐成本较悬，啊，走一撮路，一归去，伊就拢做阮国内部分啊。所以，我们这个降低漏水率，这个是漏水的检测小区的建制，这个是很重要。好、哦，日本它能够做得那么成功，漏水率会那么低，是因为他们全国都几乎都100%完成了。台湾我们完成率大概不到40%，所以我们要漏水率要降低到啊、院长要求的10%哈、哦。我们这个。这个公司其实将来很主要的目的是要协助，协助处理这个部分。最主要是要往国外去做一些承包的工作嘛。那我台水公司也出了假设以现在目前40%的资金，那未来哈盈亏状况是如何？我们没有办法监督哎。你也许40%拿出去就倒贴了嘞。对，张委员讲了，其实我那时候在委员会质询的时候也想追问哈这个董事长，就是说我知道，因为我们有一个。很大预算，你讲了，每年都固定就是要改善漏水率。对对对。那你也担心说，因为国内厂商就那几家，所以到底能做到什么地步？你们这个工具太少，对 对, 对，好、哦、很难跟他们去 bargain。对。所以你们想要成立一家新的公司，那当然这家公司可以，因为如果他专门来吃漏水这一块，一年就几十亿啊，哦，这个是没有问题啊。可是委员会真会比较担心的是，第一个。啊，会不会以后就是董事长、总经理退休以后去那边去做董事长、总经理了？哈，啊，第二个就是说，啊，我们是希望说你们有工具可以跟厂商这样讨价还价，那最后会不会变成说这家公司就把它吃下来了？那以后委员会监督不到，然后又有这个，因为你那时候报告书，我看到一些相关报告书是想说以后退休人员会转到那边去。啊，你们这个关系哈会有利益冲突啦，好，所以我那时候在委员咨询比较关心这个，就我们当然知道漏水率现在政策上面是要往这方面推，好，所以你们会有压力。那第二个，你们也讲了新南向了，好，不过我想主要还是在处理国内的这个漏水率的问题啊，好啊，这个成立这样公司到底行不行？好，会不会以后反而产生更多的问题？是，好，这个你们可能要我们会比较关心。好，陈昌明委员，因为跟委员报告，我们重大建设事业计划里面也包括板新的严管，包括降低漏水率哈，第二后边拢会讨论，还有无自来水严管的部分哈，这部分这三项的重大建设事业计划，再请董事长那时候再详细的说明了哈。好，还有陈昌明委员，水务公司啊，如果漏水率的话哈，董事长。交给这个公司也可以，其他的公司来比较，因为这个比较新的科技，我觉得台湾要发展成熟。但是我要跟各位委员报告，其实台湾已经落伍很多。台湾早期的优势就是我没有走出去，所以我比较支持。虽然我水务公司大家很担心的问题，不走出去的话，天天担心都没有用。把你们的经验。好、哦，南向政策里面，我自己有跑过南向政策几个国家里面，那小村庄，那整个一个乡镇，它一个乡镇一个村庄人口，那人事都很多。我们在这边用台水的经验里面去帮他们服务起来，建立自来水系统，这个非常重要，这也是一个重大的一个国民外交。
所以我比较支持像水务系统。当然你指示者一定要正嘛，怎么讲，指示者如果正的话，其他的毛病就会减少到。好，主张啊要把台湾的经验传送出去，尤其啊你到南向的时候，到乡下边远的地区，他们真的很需要自来水。如果我们这边能帮忙他们的话，我相信啊当地的会非常的感激。大的建设台湾没有办法嘛，整个中国大陆、日本、南海人家都用大的商社经济的嘛，我们做这些小的话，我看啊也未尝不可以，也是一种国民的外交。所以在水务公司我比较注重你们的经验能力，把它推展出去，去做地方的服务工作，也等于在帮助台湾一样。没错，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好，孔文吉彭议员，我们现在处理34到36业务费用部分。那个请教一下自来水公司哈，是你们那个委外的那个拆洗这个长站维护啦，还有配水池的清洗这个哈，这个你们都是委外是全部委外吗？还是有没有啊？我的意思说有没有找原住民的一些这个人力来做这方面？好，照原住民族工作权保障法的规定。跟委员报告，其实这个我们在发报的时候，在契约里面都有特别跟他列出来，在原民的部分就一定比例的一个以上的一个保障，在原民地区是要1/3以上嘛？是，我们在契约里面有特别列出来，有列出来。那厂商有没有？你们的委外的比例是多少？厂商有没有这个？你要求有要求，但是他不一定用啊。跟委员报告哈，事实上。就我们公司来说，我们在今年度，我们在原民的部分，事实上要求是6个人，那目前我们是实际上是超过的，是8个。那至于说委外这个部分，在契约里面我们都有特别要求，那发报的时候针对这个部分，我们也会特别去详细的去跟他们做一个确认。好，那个我希望在原住民族地区这个部分哈，你们那个可以要求厂商嘛，依据原住民族工作权保障法来禁用啊，当地原住民，好不好？这个我也可以、啊、可以写一个主决议嘛，哈、啊，你可以写一个主决议，必要严格执行、啊，这个都没有问题。张先生，我照这样。主席，那针对台湾水务工程技术公司啊，我想在这个部分还是请我们哈自来水公司啊，做一个你们未来的一个营运计划的说明啊。是那我这里是建议要冻结20%了。就这样，我刚好，我们都希望能够他们能够做好业务费用控制啊，整个业务费用啦，我们要费用被监督哈。那现在冻结我也支持了哈，预算其实是2018年的政治列入，还没编，还没编，但是你现在是筹备费而已的啊。但是我们要经过部里头跟我们国营会的审议，那他们会组一个专家小组。哦，那刚才其实我非常佩服陈委员的说法，因为我们现在邀请的雅加达的副省长，好、哦、和他们的水务公司的负责人，也邀请了那个越南的省长跟副省长，不同的省，他们来台湾看过我们的自来水公司之后，都说这样子。我们对自来水公司目前的整个用水的安全跟品质，我们都没有任何质疑啦，技术也非常好了哈。事实上是可以到其他比较落后的国家去协助了哈。这个我想刚刚陈委员也讲了哈，做好国民外交，我觉得很认同了哈。但是我们今天就说，你这个水务公司成立的目的的哈，跟未来是不是啊，针对我们本身没有办法去做任何的监督啊，监督你们到底的成效如何，你整个的管理呀，啊，你的。整个效果是怎么样，效能是怎么样，我们没有办法监督了。其实我跟委员报告哈，我们自来水公司的水务公司主要的工作其实是顾问公司，我们是整合，我们就是协助设计整体的系统，要怎么设计，要怎么规划。真正做工程的是台湾，我们现在有成立一个水 A-Team， 有37家公司，他们分别他们觉得说，大家觉得这个工程我们可以做，那总经费大概搞不好说要20亿，那某一项可能有一个他要做大概3亿，某一个可能某一家厂呢？好，那是不是针对台水公司本身你未来的一些计划，给我们一个书面报告？好 ，OK。那这个哈，我建议这样子，业务费用整个24亿80万2000哈，我们冻结3000万了。好，你提一个如何控制业务费用以及未来的这个工作期程规划，做一个详细完整的书面报告了。好，谢谢，好不好？可以，好，谢谢，好，真的。
还有水务公司，我们也会，哎，我们会个别跟各位委员说明一下。报委员会，那因为这个业务费用部分大家都提冻结案哈，那我是建议就冻结3000万嘛哈。谢谢。好，提这个书面完整详细的书面报告之后，使得动支了哈。好，报委员会，我们要处理管理费用，管理费用是只有37案，由张立山委员提案。我是针对哈，现在有一些闲置的空间没有充分的这些利用跟活化了哈，那我想请我们董事长哈来做一下说明了哈，是不是在这个部分我们公司有失职或是管理不佳的情况？其实我们闲置土地，如果因为其实有一些个别委员也曾经都提议过了，就是说啊，请求我们那个用不到的土地啊或弃林地，该卖就卖掉了，或者是说有一些该承包出去、承租出去也承租出去。我们其实今年内，我们都，去年有一些委员反映，我们都有开始在照这样的方向在走了哈。那比较细项的部分，我可能要请同仁来做说明一下。双哥这边播讲不？我补充报告一下，我们目前闲置土地已经这几年都有积极在处理了，现在剩下5笔了，大概0.2183公顷。那大部分都是属于那个废弃的一个管线，还有深井的那个麒麟土地啦，所以面积个别都不大。那我们将会继续来控管活化。那管理费用这个部分主要就是用人跟折旧，在折旧部分就是我们像今年我们也编列了43亿多的这个建筑一般建筑设备，那这个折旧的话年限用40年摊算，这个部分就要增加1亿多啦。还有用人的部分在管理费用部分，我们用部分我们大概这个部分可能也会增加到5000，包括那个调薪的，还有我们在编制有500多人这个部分，那所以这个部分增加大概5000多万，所以加起来是事实上跟105年度的决算我们是增加7000多，可是较106年度的预算我们还少了90万呢。以上报告。那个张立山委员讲的是闲置土地，那我提的是说，其实你们可以参考一下北水啊，比如他在公馆那个自来水园区。它就不只是展览而已，还有就是亲子活动什么，在这个我想你们应该知道，就是说你们有蛮多地区其实是在风景区了，所以你们除了厂区之外，怎么把它进一步哈？因为我还是回到前面讲哈，因为你亏损或是因为政策上水价比较低的关系，可是你同时这个年终奖金又到一定的地步到19万。这样的情况之下，我觉得你们还是有一些可以增加你们收入的空间。那我想土地这一块怎么去活用它，除了闲置的，你有一些在一些重要地区你也知道在三线台中三线那边，他们就有提过说那个园区是不是可以开放或是怎样处理，是这个你应该知道就是类似这个方向其实是可以努力，是可以的，这没问题。因为我们是不是我们就请他们针对如何闲置土地如何活化再利用，如何做好管理措施哈，提一个书面报告了。好，是啊，冻结了哈。好，那个董事长哈，在我们湖山水库哈要兴建之前哈，就是有我们那边有种温馨兰哈，它是跟国有土地哈就是承租的了哈。那后来哈，本来应该在这个部分的话哈，是应该在整个你们自来水公司要来执行这个计划的时候，在人家合约期限内。应该你们要进行一个协商跟理赔啦。后来呢，到契约结束以后了哈，自来水公司就用强制的方式哈来做处理的哈，就要强制拆迁了哈。我想这个部分呢哈，就是利用在他们跟国营就是国有土地哈。这个租约到期以后才进行这样的一个处置哈，这个对于农民来讲哈，其实它是严重损失啦，好，严重损失是你们在延宕的这个时程哈，那所以这个部分呢，我希望就是说你们在妥善的处理啦，好，妥善的处理的，不能让农民是因为我们在政策上好延宕，是而造成他的契约期限有超出嘛，是，那是。我们整个的政策方向、时间点上面我们延误了，而造成农民的损失了。这个部分我想应该我们处长有了解了哈。这个你在针对这个案子我们避免农民在这种不知情的情况下，或是你在政策延宕的情况下，其实就是牺牲农民的啦。是，因为这个案子是在我就任之前很早就已经在进行的了哈。那而且因为后来因为前任的那个。那个的时期的时候不晓得是我们的工程处还是
去处的时候，有跟农民是因为了这个事情有进入诉讼程序。那如果进入诉讼程序，我们可能还得遵照诉讼的那个。但是诉讼之外，如果说有任何的空间，我们都愿意来看看怎么样来妥善处理。这个本来在合约期限内，你们是要赔偿人家的呢。是啊，等到合约期限过后以后，变成要强制执行。哦，哎，这个时候是前后时间点的差异，造成农民本身。亏损很大。好，那这个部分我希望就是说董事长还是好好了解了哈，还是站在农民陈请的这个立场哈，来提出这样的一个意见。谢谢。赵委，你刚刚讲的那个土地闲置空间的再利用活化哈，是要请他们写一个书面报告了哈。那我给你家的管理费用哈，动2000万了。管理费用动2000万了，还是1000万弄会使？好，啊，对的，啊，你好，要弄回鬼了哈，不是要简略，现在要动就对了。啊，动多少？我讲动几千万，动几千万，下几天就出兵布谷了。不动了。你啊，你当时过来啊。我未使来啊。好啦，就多这样吼，讨论真久啊吼，那是不是动几1000万、2000万吼，下几天出兵布谷了？不过重要还是要他们要去把那些闲置的土地做好运用啊。好了，你们应该再去盘点你们现在的土地，还有哪一些可以增加收益的，我们就土地活化顾问再写一个书面的报告哈。提出书面报告之后，使得动之，那我们就冻结2000万了哈。好，我们继续除以38到40，其他营业费用的部分，今天不知道745万跟4551万，这一个员工训练，一个研发费用。对了，对。记得提案委员那么低哈，还是我还是我们要支持黄伟哲的。黄伟哲不在。那黄伟哲又写了这么多了。没有支持他，好像不太好意思。我是补充，砍也是他要砍的嘛。报告委，这个那我刚刚意味哈，提案委员那么低的哈。好了，赵岩，我讲这个项目，哎呀，我冇该吃连署呢，你冇卖啊呢？你搞连署，冇啦，我看冇看好。好啦，没关系啦。好啦，这个不接了哈。这个因为你们现在研发的重点在哪里啦？每年都在研发的重点在哪里？虽然钱不是很多啦。报告哈。其实类似过去阿公店水库那个水质哈，处理并不是很顺畅。我们后来就有请成大，那个环工系跟我们自己本身的水质处，我们就是去研发新，因为它那个处理的流程啊，因为它有一些那个优氧化的现象哈，那类似这种专案处理的时候，我们都很难预测，就发现有这个困境。那以前我们出水量大概只有28000吨。那我们大概花了一些经费去研究改善之后，出水量突破到75000吨，所以这个呢，其实是它是突发性的状况，我们就必须去面对，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也所以你的研发是在你突发状况面对的时候去研发就对了，对对对，所以不见得会花得大嘛，对不对？我跟委员报告，这个最主要在两个，正常的也有了，就是水质的改善，还有包括我们刚才董事长提到的水质的突发的情况。那另外一个就是在净水的整个操作上，我们大概像107年度，我们大概有106年度几个案件，106年，你们用几个案件？106有10项。十个案件就对了。那这边可能有一些误会，事实上是有9项在执行，只有1项后来没有执行。那有9项在执行中了。这个，胡总，你这个针对你们研发哈，你找个时间请这个业管主管去跟这个王惠美委员做一个比较详细报告。那另外你们的那个什么员工训练啊，增加了400多万的原因在哪里呀？因为我要求增，因为我们增加今年增加蛮多人了，人数跟时数都增加了。今年新进人员哈，因为去年有100多人没有报到，那今年因为我们因为一例一休。然后我们把一些委外的操作的收回来，所以我们的员额今年增加是比较多，200多人，所以 total 包括去年不，今年新用了200多人就对了。对，招考了200多人进来，还是约聘636人，但是我们招考进来532人这样子的。哦，这一批有招考500多人啊。对对对，所以人数时数都增加了哈。对，人数都增加。哦，对，来徐永明委员，时数也增加了。首长这边顺便提一下了哈，因为你们。之前就发生新竹那边好像就是有委外的净水厂，是是，他们的员工就九个月休9天呐，啊，哦，啊，后来被讲成说啊，是因为这个加班费谈不拢。可是我意思说，可能你们这一块，就是他们到底这些委外的厂商，
他们到底有没有按照这个劳基法在做。对对，我觉得这个部分我想我们会请人事注意一下了哈。是，好。金委员是不是这个其他营业费用跟营业外费用金额都不大了？一个745，一个4551，一个129000哈。我建议是不是就照例了？好，照例，谢谢，谢谢。好，我们继续处理重大建设事业部分哦，是从42案到65案，有几项专案计划，包括降低漏水率，包括板型供水改善，包括无自来水区严管。也包括有一个新兴计划浮流水开发的，还有一般建筑跟设备计划哈，啊，是不是董事长简要说明这些计划一下哈？因为这些计划哈，我们因为我们大院跟媒体哈，跟全民还有院长哈，都要求我们要加速这个降低漏水率哈。那我们这个如果经费被删的时候哈，我们的漏水要降低，真的是会蛮难的。那我们执行这一届，坦白讲，有一相当难度，就是说很多县市政府都一直在推绿屏计划，那所以我们的那个困难度跟成本比以前坦白讲都又增加蛮多了。关联是什么？因为他们推绿屏跟你们的关系，他绿屏的时候，他只要绿他铺设过了，他三年内他不准你动啊。好，那我们动的时候，我们必须路修费用成本很高。他说你全面你要哦，我可能挖一公尺，他要求我就是说这个路宽六公尺费用全部要我们负担，所以我们成本就增加很高。那我们尽量配合地方政府，可是我们这个成本又被迫提高，然后施工的困难度啊又越来越高。这个是管理的问题吧？你们只要各区处主动跟县市政府、乡镇公所去做联系的话，能够他们既定的工程，你们就先配合嘛。我们现在这一年你这样的状况的话，就不会有这么多的开支嘛。我给你打这先尾纠集。那甚至的话，有的部分是这样，你县市政府不配合，那我有时候我有优先顺序，我为什么一定要优先在你这边呢？你们有萝卜有棒子，你们都可以用嘛？是你们用还是不用啊？我跟委员报告哈，我当年哈，我有要求当初啦，当年拢爱先了解第二年哈，因计划性的道路的修理啦。啊，我的工程哈，一旦我们的年限超越的，一定配合那个改善。好，那有些县市政府它有机动性，你像台中市，它现在机动性修整这个文心路，我们就临时追加。我说我配合你们。好，来施工。那么很多的工程要挖，一定还是要有的部分要先会你们，看下面有没有什么大型的那个你们的管线嘛，对不对？所以你们的管线单位就很重要啊。是有。那你不能讲说、啊，因为我们漏水率，我现在也很担心你们执行不去、欸，因为你们现在工程人员还是有限，再加上现在一例一休的一个状况之下，很多的工程都是被 delay 掉的、欸。那你这个东西你们怎么去克服？对的，我开始有这样的。我跟委员补充报告一下、哦、事实上、哦、可能委员比较关心执行力的问题、啊哦、大概有一些尤其是像非计划型，事实上我们最近这三年103到105呢，我们执行力大概都90%以上、哦、在实质数方面、哦、那专案的部分、哦、可能103尤其是103年度会比较低，那一年是比较特殊，102跟103是因为我们那个十年的降漏计划那个部分那一年就列了大概103亿，那后来因为那个年度吃不下去吗？不是，年底的时候11月才核定过计划，所以只剩下一个月的执行，那一年就执行只有3亿、所以那一年是比较特殊、啊、其他后来这几年执行率都相当的高。总经理，我是43案，你是121亿、啊、其实从99到105你们真的执行率都不高、欸啊哦、你这是好像是普遍性的，你刚才讲是个案、可是现在看起来是每年的情况都这样，你还有低到三成的。我跟委员报告、哦、因为我们是以完工来汇计的，就是讲我到我反正是三月，我大概9月份就开始执行了，但是我预算就是啊今年的，那我是明年3月完成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才能算结案啊。所以为什么我们执行率会有那个？所以我们有一个就是说啊，我们是不是已经开始投入工程，这个是比较实际的这样子的。对了，或是你以后你们提供资料的时候，或是跟预算中心说明的时候，要讲一下。好、哦，这个可能今年不算完工嘛，对不对？所以他们不会把你算，对不对啊？可是你明年，那你明年你新一年度，前年的资料要补吗？还是新年就做一些说明？否则
这个数字哦，真的很不好看。是的，啊，这个对你们也不好。是是是。好，那个董事长啊，基本上呢，我想这个专案计划的一个效率不彰了哈，而且达成率不是像刚刚总经理所讲的哈，达到90%了哈，因为数字也会说话嘛哈，大概非常清楚的了哈，都在%啊。你可以看那个数字，然后都没有到70%了哈，甚至有的才不到30%了哈。那这个部分哈，好，就刚刚有解释了哈。那另外呢，我要针对哈，就是我提的48案了哈。现在我们自来水公司每一次在挖这个挖路要维修的管子的时候了哈，那你们有没有跟地下管线呢哈，所有的包括台电、中华电信了哈，有没有知会？这第一个，你们一定要做一个通盘的整合啊，因为你们一定要在整个工程进行之前要有所谓的风险评估啊，这个你们没有进行风险评估，未来发生的任何的意外事故，你们是不能卸责的，不能说今天呢我就是有把这个保险费加在这个工程里面啊，然后呢就是你们出资的，万一在发生任何问题的时候，像我们上次东势乡的问题到现在1年多了，那你自来水公司你是有监督之责哦，你是不能卸责的，不能完全推给这个厂商。那你说好，你自来水公司你没有另外编列这些意外的补偿，但是你想想看，中华电信会有这样的编列吗？但是他今天因为你们整个的工程进展当中，他也是无故被拖累的啦，哈。所以我第一个要讲的哈，我想这个部分呢哈，应该你们要做一个妥善的处理了哈。第二个我要讲的就是说，你们在整个开挖工程的前提有没有进行风险评估了哈？这个是很重要的哈。那第二个呢？除了你说好，现在我们哈，只要装哈，无论是要换管线呐哈，或是要做一些维修管理，我要请问你啊，除了开挖路面之外，有没有其他的技术方式？好，有没有所谓的套内管呐？好，或是什么的喷土啊？好，这些都是不用完全开挖的。好，这个我不知道你们现在运用的情况是怎么样了。那个成本非常高了，那个成本就是说我们有前盾施工，会比你整个路面重新再铺柏油重新再做还高吗？但是因为我们旧的管线为什么要把它拿掉，就是说因为它老旧的或破管的或漏水的，所以我们才要把它拿走。那如果新的，那底下没有任何的管线，那还好，就我们可以用推进施工或前盾施工，就是套内管嘛，对不对？不见得是套内管，套内管是其中的一个模式。那现在因为套内管它那个内管内衬的时候，通常都是 PE 材质或其他的化学材质，用久了它还是。我们曾经新竹有一个爆管事件就是套内管的部分剥离之后堵塞，然后整个爆破。好，所以这个方法不可行嘛？对，我就是说不是那么理想，所以我们渐渐的都把它使用 DIP， 像日本几乎100%使用 DIP， 我们也尽量都使用 DIP 的管线。它是寿命长而且安全，这样。所以你必须要做开挖式的，对，这是最好的方法。是。但是你现在就是第一个开挖式的话，你有没有跟其他相关在地面下的这些管线的人进行风险评估哦？进行讨论哦？这要都有会议记录的哦。有都有吗？包括董事长那一件都有。都有吗？好，那把那个会议记录提供给我。对，好，好不好？好。好，那我也发言一下哈。那个我要请董事长跟总经理还有我们那个自来水公司的同仁大家都用点心啦哈，这些重大建设是牵扯到我们整个的台湾民生。那刚才王惠美委员还有张立善委员还有大家都很关心，就是说为什么你们执行率不好，甚至于刚才董事长解释得很清楚，路平专案其实我说真的，这个地下管线我们台湾是最乱的啦，好啊，新南向啊，或伊那国家边上开乱，现在大家很关心的就是说，当你们要开挖的时候，这些管线是不是可以整合？但是我讲真的啦，你们要求他们整合，人也不一定配合你啦。中华电信我都用好两，我咧插你，电力公司我做好，我插你主的水公司啊。管政府伊即马落坡后，你要搞用三年袂叮当，啊，你要搞用好，我同意你。啊，但是你们的成本费用一定增加，这个都我们都可以体会得到。但是我们只是希望说，在这个过程中，你们要更用点心。第一个刚才讲的，跟县政府多联系了解。当县政府有时候他们计划是延续这样一直做，但是因不一定叫我走啦。阿林是只有被动的配合，但是当有百姓需要的主动积极的时候，你们也不能是只有因为配合啊，其他新的你们也不做，也不可以这样。所以刚才这些我们这些委员的
意见，只是希望说，第一个多跟公家机关去沟通，然后风险评估大家也都好好去做，减少一分损失，就是甲百姓加省财产啦，啊嘛唔免大家加遐麻烦啦吼。但是这个是很有困难的，但是我希望大家都用点心，所以我跟各位委员建议这样好不好？这么多的重大事项啊吼，我们全部减列5000万呐、啊，哎、啊，科目由他们自行调整呐、啊，哦。无啦，我都阿未讲了，你都要建议。好吧，阿、啊、你阿、啊、你的人，你要做管定的人，你。我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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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举手举很久了呢。你只在后面没看到。来，我先看第一个、哦、那个板新供水改善问题哦，这个问题好像拖很久，经费也不断的在增加。那我就要替我们中部地区的民众来叫屈哦。台水对于板新水厂的照顾远超过其他地区的照顾哦。那举例来说，彰化县自来水除了彰化市是使用台中这个集水厂的这个供水的一个地面水，其他全部都是抽地下水来供水。那像西湖地区是地下水含铁锰，这个硬度比较高，那管线也老旧啊，常常会有这个那个管壁会有碳酸钙那个铁锰化这个化合物的淤积在管壁中，导致它的这个水质很黄浊。那短期你自来水怎么协助？你怎么样来加速它的那个更换管线？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那未来要从云林湖水净水厂支援南彰化五万吨的水，那区处长说长程目标是到112年。鸟水潭的这个净水厂完工，才每日可以溢注到21万吨，让民众喝到干净的水。那我要再请教鸟水潭的进度到哪里？那除了现在的地面水来源，你怎么样增加更多元化的集水的来源？请说明哦。跟委员报告哈，鸟水潭因为它执行是由水利署在执行哈，那现在那个因为院长在召开五缺会议里头有要求，这个部分也要加速了哈。那基本上我们是建议，就是说鸟水潭可以先拦河堰可以先做，然后导水管可以先做。那我们其实已经提前启动我们分园净水厂的一个工程。好、哦，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土地征收等等哈、哦，我们大概都有编列预算，准备要提早来做。那这边一旦完成的话，我们可以增加20万到25万的整个彰化的供水量，那占比是将近40%哦，所以这个对未来整个彰化县的这个进度啦，进度真的是太慢了。但是因为这个那个是我们会跟水利署全力来配合，因为河川的工程是属于水利署的业管项目这样子。那我们西湖这边的呢？你的这汰换的速度太慢了呢。西湖这边我跟委员补充报告哦，那一方面我们会依照那个我们10年的汰换计划哦，选那个比较堵塞严重或者是说有那个水垢的部分，我们会加强来改善。另外就是从南部的这个云林地区，我们配合这个湖山跟那个集集蓝河堰这边，我们也会支援一些过来哦，到西湖北斗这一带啊。好，那现在除了地面水跟这个地下水，还有什么水？我们最近在那个乌溪那边也要开一个15000吨的浮流水，哎，大概是107年底呀、啊。我就在催你们这个东西啦，我们这边再来补一点哦，才不会大家缺的这么严重。再来，还有一个分园地区啊，分园地区现在的无自来水比例是全国最高哦。那你们之前在讲说啊，好像民众比较反对干嘛？可是问题现在很多民众是支持哦，因为呢，年轻的一代他们老一辈可能说啊，我就是开出来最爱钱嘛，但是少年辈都、啊、哦很。回避啊，你遐迄个污水海水，二三十而已吧，六七十以上。无啦，不是啦，是讲恁今天要偌济自来水啦？分园比例最差，最差多少啊？十几趴啦，才十几趴油而已啊！外孙姑都不到3%嘞，安尼啦，还有零的嘞，主席啊。今天我一做主席，你也才经过没？来，陈昌明委员来。你知道他们减列5000万在专案计划、一般建筑及设备计划里面，我不反对，但是不能减列到无自来水地区啊，供水改善地区啊，那个地方不能减列哦。
哦，黑龙是咱整开收的、啊，没有错，没有错，好不好？这一点我是对，不能再简略这个地方，你把它简略到好来，那个的好，我也觉得这个不能简略了，因为太多地方也缺字。这个部分我也支持了哈，自来水地区的这个计划哈，不能简略了哈。那但是我请问一下哈，现在目前呢，我们云林县呢哈，目前整个自来水的普及率哈。好，最最不急的应该是在水林地区了哈。水林地区现在目前是几趴？最难。好，你们在。最难，水林的水林普及率。好，再来第二个，就是说你现在有一些水井本身有含砷的，你现在水井哈、哦，目前水井的含砷、定期基本上是不用，都封掉了嘛哈。对对，基本上不用。好啊，你现在目前针对水井有没有在做一个水洗的检测？我多久检测一次？ 我们的检测量很大，我们每天、我们几乎是每一两个小时都要检测一次。每一两个小时，就目前现有这些水井都一两个小时就检测一次。对对对，我们抽起来爱检，好啊，出去嘛爱检，处理好，出去嘛爱检。好啊啊，咱台湾，我们一年爱检验21万几遍哦，以上哦， okay. 到23万遍哦。好，那我、所以检验量足大，你要放心，咱的水质哈，淡水质目前是也不没什么大问题。OK， 好。县政府都在抽验。那我再请问董事长，现在湖山水库新建完以后，你们现在整个自来水的水管遍及到云林县20乡镇都有了吗？云林县20乡镇都没有问题，都完成了吗？对，我们水林乡是稍微偏低一点，也是有79。0.76了，目前来讲。现在是目前云林县自来水管最这比例最低的。那最严重的是哪里？整个云林其实是不错了。整个云林达多少？我们全县是94.25，是算蛮高的啦。94.25嘛。对、对，高了高趴足侪啊，咱足侪乡镇是拢高。那你我现在就说湖山水库哈、现在已经蓄水到第二期了嘛哈，那你整个的自来管线都已经普及了吗？对，我们都铺好了，都好了，完成了。对对，线路都好了。好，对，好，谢谢各位。我你好，我喜欢你啦。大家都有共识哈，是自来水地区。他们还没有跟我保证说有我分园要怎么处理呀、分园吼，因为遐吼上紧的方式是爱拆井啦，但是阮拆井吼，迄边遐就拢一直反弹，拢无爱反拆啊。我乡民啊，这要去处理好呢，不然比例太低了。对啊，好不好？哎，好啊。好，那个这样好不好？我先跟各位报告这样哈，我们这个哈，大家都非常关心无自来水地区哈啊，自来水公司听好，这个无自来水地区的部分的数目照列，但是在其他的重大事项，我们简列一议，这样有没有没有问题吧？哈，包括一般建筑跟设备计划了，全部啦哈，就是无自来水地区的除外。不得简列了，就照原列数。那其他的简列一议，然后照那个自行调整。OK， 好不好？好，来了，总共给他120亿啦，42到65啦。但是哈、那个我在这边哈、回标委员，我们互相勉励了哈。无自来水地区刚才讲云林哈，99趴贵，我做心神，我那边94趴贵，我选区高雄镇啦，8乡镇其中有一乡是零的啦。啊，每一箱都只有1.3、2.3。你无认真咧检出来，所以我吼，我跟你讲，你喊我讲拆证的问题吼，我昨个在伫李港开会，伊嘛是安尼讲袂当拆证，啊，嘛有人跟我吐，我第一遍因跟我吐，我嘛甲讲诶，我跟他们真的语重心长，我讲我当民意代表，我也可以不用来帮忙推自来水，但是后面我跟你讲的对，时代环境不一样，吼，啊，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去。去沟通啊！自来水公司，我底下不是在俄乐，他们晚上我7点半办这个所谓的协调啊，请来自来水公司都派上不拢五位，包含处长都拢来，所以我这个我没肯定啦。今天给专业配合，那以后他们派20个去，没有了。我的意思是说哈，要请自来水公司哈，务必如何，就是要拜托地方民意代表帮忙协助，包含这个水井才是真的重大的问题。那我们都很关心无自来水地区，尤其是我卡主数的，我讲我遐酸苦，真的你们没办法想象，只有1点多，甚至有乡镇是零的。好，我写快乐告害岛哎，我现在明天还有一场，好，我是希望说好，你们要全力协助我们委员这边哦，无自来水地区一定要加快脚步，好不好？来把嘉文给招来。对啊对啊，迄、那个伊迄个里呢吼，就是我的故乡啦吼。伊讲迄个叶酸库啊，迄、个苏苏，你迄里呢就是我的故乡啦吼、所以这个绝对爱加强了哈。好，哎、
六十六案，我们继续处理决议哈。六十六案那个，哎，那个自来水公司意见。好，我们六十六案就照案通过。六十七案，好，照案通过。六十八案，遵照办理。遵照办理。好，照案通过。六十九案，遵照办理。好，照案通过。七十案，遵照办理。好，照案通过。七十一案，遵照办理。好，照案通过。七十二案，遵照办理。七十三案，遵照办理。七十二案照案通过。七十三案，照案通过。哎，七十四案，遵照办理。照案通过。七十五案，遵照办理。照案通过。七十六案，遵照办理。对，我打个岔，你们都有研究过了哈。对，好、哦。好，现在第几案了、啊？七十六案，遵照办理。好，照案通过。七十七案，七十七案哈、哦，其实如果北水肯把这个水价，因为其实前面哈、哦，我们徐委员跟其他委员都建议，就是说我们要跟他谈价钱，只要价钱能谈到一个合理的程度，没有合并其实是还无妨的哈、哦。那水资源调度其实就可以啊、对了对了，市议会是一个关卡了，所以我们就是也请那个啊水利署说他们愿意遵照办理。呵呵，所以好，延议那延议，你们就继续延议嘛哈。就应该要努力啦，延议没关系。那高世鹏也跟我说了，这个是希望你们持续延议啦。嘿，好，虽然没有来，但是我把它一直传达一下。好，谢谢谢谢。那七十七案就照案通过了哈。照案通过。好，七十八案，遵照办理。好，照案通过。七十九案，遵照办理。好，照案通过。八十案，遵照办理。好，照案通过。八十一案，遵照办理。好，照案通过。八十二案，遵照办理。照案通过。八十三案，遵照办理。好，照案通过。八十四案，遵照办理。照案通过。八十五案，遵照办理。照案通过。八十六案，遵照办理。照案通过。八十七案，遵照办理。照案通过。八十八案，遵照办理。照案通过。八十九案，遵照办理。照案通过。九十案，遵照办理。照案通过。九十一案，遵照办理。好，照案通过。九十二案，遵照办理。好，照案通过。九十三案，遵照办理。照案通过。九十四案，遵照办理。照案通过。九十五案，遵照办理。照案通过。九十六案，遵照办理。好，照案通过。九十七案，遵照办理。好，还有一案哈，来，请宣读。还有一个主决议，九十八案主决议。主决议九十八案，查台水公司2007年度预算税前净损4亿余元，材料及用品费编列高达434,914万元。为遵节支出原因，要求台水公司应积极与台北市政府协调，降低向台北市购水之费用。提案人苏振清、邱志伟、陈昭明、徐永明、陈明文、张立善、萧美琴等委员宣读完毕。好，啊，还有王惠美委员的宣读完毕。台水公司意见，遵照办理。好，照案通过。好，我们来再宣读协商的结论哈。哎，来，先卖照嘿。先卖照哎，赵伟先卖照哎，哎，人手无够呢。张立，张委员，恁遐袂歹呢，九十几趴有够好个。我不记得，哦，伊即摆做认真呢，暗时拢在扫。我唔是唔敢讲，我遐厝个水，地下水污染着有。我遐水污染着有，真个阿头个无爱。搁张哥咧，搁遐讲厝个水污染。好，我们现在请议事人宣读协商结论。报告委员会，宣读协商结论。2007年度台湾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提案处理如下：营业总收入部分，第一案至第三案并案处理，通过销售收入增列2000万元；第四案，通过劳务收入、观光游乐收入增列100万元，营业总支出部分，第五案预算照列；第六案至第十六案第二项并案处理如下：通过服务费用、水电费、动力费减列1035万6千元；通过服务费用、印刷装订与广告费减列200万元。其余预算照列。第十六案第三项至第十九案并案处理，通过材料及用品费冻结5%，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另做成决议一案。第二十案至第二十二案并案处理，
第二十案照案通过，租金与利息减列200万元。第二十三案至第三十三案并案处理，通过营业成本冻结1000万元，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第三十四案至第三十六案并案处理，通过冻结业务费用3000万元，提出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第三十七案通过冻结管理费用2000万元，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第三十八案至第四十案并案处理，预算照列。第四十一案预算照列。重大至建设事业部分，第四十二案至第六十五案并案处理，处理情形如下：通过无自来水地区不予减列外，重大之建设事业部分减列1亿元，以上科目均自行调整。决议部分，第六十六案至第新增第九十八案均照案通过。以上协商宣读完毕。好，请问各位同仁，有委员提案的部分照刚才宣读的协商结论通过，没有提案的部分均照列或随同调整，请问有异议？好，无异议通过。本次通过是决议文字授权主席及议事人员整理。为审讯部分，明天也就是12月21日星期四，我们继续进行审查。现在休息，明天上午9时继续开会。